好，报告委员会，我们出席了委员七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那本周一四是一次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教育及文教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21日上午9:02至下午3:41，11月23日上午9:01至下午5:51，11月24日上午9:02至下午4:55。地点：本院清泉楼九楼大礼堂，11月21日；本院清泉楼101会议室，11月23日及11月24日。出席委员：柯志恩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黄国昌委员等37人，列席人员11月21日教育部部长潘文忠率同有关人员，11月23日中央研究院院长廖俊智率同有关人员，11月24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小庆率同有关人员，主席陈昭吉委员学圣。11月21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二、审查106年度教育部主管51所国立大学校院校务基金、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国立成功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国立社教机构作业基金、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校务基金、学产基金、运动发展基金及大学校园转型及退场基金预算案；三、审查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运动中心、训练中心预算案；四、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共预算解冻案议案；五、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共预算解冻案四案。本日议程采综合询答，有委员柯志恩等23人提出质询，经教育部部长潘文忠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江启臣等4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结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四、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106年度中央教育部主管51所国立大学校院校务基金、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国立成功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国立社教机构作业基金、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教育基金、学产基金、运动发展基金及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预算案，以及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运动训练中心预算案相关提案，请于11月30日下午5时前提出。处理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公预算解冻案议案，继续冻结2500万元，提报院会。六、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做工预算解冻案事案，列处理完毕，均同意解冻，所以通知提报院会通过临时提案3案。11月23日讨论事项：一、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研究院单位预算案；二、审查106年度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本日议程采综合询答，由委员柯志恩等17人提出质询，今天中央研究院院长廖君智及相关人员提起答复说明，另有委员高露伟用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局询答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四、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研究院单位预算案及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已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四项中研究院550万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四项中研究院原列1000万元增列使用规费收入，场地设施使用费310万元改列为1310万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五项中研究院原列507万9千元增列财产孳息租金收入92万1千元改列为600万元。
第七款其他收入第五项中研究院原列1,1,3,794,000元，增列杂项收入其他杂项收入500万元，含出售书刊及影音费等收入300万元，改列为1,1,8,794,000元。二、税收部分，第一款中农务主管第五项中研究院第一目一般行政之场地设施管理，减列30万元，本项通过决议七项。五、本案未及审查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第55案以后，11月24日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装置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本日议程由委员许志杰等8人提出质询，进行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小星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高露伟用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局询讨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其限者，从其指定。四、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一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如下：一、税收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50项原子能委员会151万元，照列第151项辐射侦测中心无列数，第152项放射线物料管理局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19项原子能委员会原列1,3,449,500元，增列行政规费收入250万元，含证照费140万元，改列为1,3,699,500元。第120项辐射政策中心原列300万元，增列100万元，含使用规费收入、场地设施使用费40万元及服务费、进出口食品放射性含量分析50万元，改列为400万元。第121项放射性物料管理局2,273,900元，照列。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70项原子能委员会无列数，第170项辐射政策中心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67项原子能委员会35,000元，照列。第168项辐射政策中心无列数，第169项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无列数。二、税收部分，第18款原子能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原子能委员会原列5,5412,1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发展一般行政4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目原子能管理发展业务第一节原子能科学发展中原子能科技学术合作研究计划奖补助费，对特种基金之补助263,600元，科目自行调整。核能技术及核电厂厨余之安全强化研究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节有理辐射安全防护中核设施厨余及辐射防护剂量评估验证技术研究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经照列共计减列913,900元，改列为5,4,498,500元。本项通过决议54项。第二项辐射侦测中心7,999,3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第三项放射线物料管理局8,646,1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五、本案未及审查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第191案以后，通过临时提案1项，宣读完毕。喂，那首先，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议事录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议事录就确定了。那今天的议程哈，我们有2项哈。第一项是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预算案。那第二部分是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括弧公务预算的解冻案2案哦。那我是不是征求现场各位委员的同意？等一下我们先从解冻案2案开始哦。好，那我们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哦。首先我们介绍吴思瑶吴委员、柯志恩柯委员、黄国书黄委员、张廖万坚委员。苏巧慧委员，谢谢。那我们故宫的林振宇林院长，然后李金惠李副院长，好，还有我们的主秘还有等等各司处的
主管了哈，对不起哦，我就没有一一的来介绍了哦。那我们现在先进行解冻案哦。那来，好啊，底价来，来就直接处理了哈。那第一案有关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呢，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哦，减送文物管理及展览原列1,7,321,800元，那冻结1/10的解冻报告书面报告已经送交到各位委员身上。来来来，黄国书黄委员。好，这个当然有书面来说明了哈，不过我想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一个案子呢，当时在冻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理由了哈，比如说故宫现在目前的设备设施，包括湿度的问题，之前我们有质疑过哦。那这个相对湿度啊，到底是要多少？那现在我们那个湿度的控制是多少？好像没有达到那个标准。这个问题可能等一下要请故宫说明了哈。然后我在预算的时候，我有提出这个质疑了啊。然后我们有数位摄影棚哦，93年架到现在，93年到现在，现在已经不能用了吗？已经毁损了吗？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要说明啊？可以，有没有办法说明？谁可以把麦克风先递给那个院长一下，或者是谁可以回答？来。有关于湿度的部分嘛，委员的一个问题，因为全球的博物馆的世界标准的相对湿度是35%嘛，哈，那我们定的标准是45%，但问题是实际上我们是超过了50%，跟世界的湿度的标准呢，我们太宽松了，啊，我们太宽松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一部分我们请我们那个登保处严处长先说明一下。其实我们有先整个在检讨过，然后也在我们院务会议里面讨论过，那重新已经定的。不过这个有关于那个50度，因为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一个温湿度一个控管，那个相关的包括像金属类的，或者说包括制品，或者说纸品类的，我请我们那个严处长说明一下。我们的标准，标准是定在35%还是45%？应该是就是说35%主要是针对那种考古文物有铜器病的，所以基本上在国际间大概以45%为一个基本标准。那其实那也不叫标准，那是建议。那因为其实铜器它有不同的一个合金，有铜芯、铜锡，有不同，那所以基本上以45%。那因为中研院它是考古文物，所以就是以他们以35%，那我们基本上以45%。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展场都维持在45%。谢谢委员的关系。我们有在控制当中，这样。好好，这个提醒你们了，好，好不好？好。好，那请问各位，来柯志恩委员。我针对这个解冻案第一案，非常谢谢故宫给我一份非常完整的报告，这里要给各位一个好的肯定啊，真的写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以后的那个预算可以写这么清楚，大家就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地方。对对对对，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地方要提出来啊，就是你们给我的报告里面，我想就是这一个部分有关于图书文献处的一个说明，因为那时候大家其实会质疑，就是有关于目前大家来参观故宫的比率呈现一个比较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啊，我觉得我只是提醒要注意啊，因为你们这边特别提到了，因为他提到什么社会整体经济环境迅速转弱，然后民众的消费能力深受影响，所以呢没有办法就是参与每项的展馆博物馆的参馆人数因此普遍下降。其实这个说法就是有点是在怪大环境。其实看台北虽然是景气不好，可是那个餐厅还是餐餐客满啊，所以这个完全不会是因为这个大家没有钱就不会去看不看故宫，而且这边也还提到说，很多人就是因为大小的这个特展不计其数，所以显然大家会对于故宫排挤。其实大小特展在过去就有，故宫还是一枝独秀。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一部分的检讨上面，你真的还是要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理由，因为故宫真的是我们全国整个亚洲大家觉得最引以为傲的，所以不是用这个大环境的理由就有办法解决为什么故宫下降。我觉得这个检讨的部分里面，可能在预算的部分或在什么部分，请各位能够再给我们个真实的理由，再仔细去分析好不好？那其他部分我们
有意见。好，那刚刚柯志恩委员要求的该更仔细的分析，不要只是单一的指向大环境的不好，这个部分再补书面资料给这个柯委员跟其他委员，好不好？那再等一下106年度的预算在审理的时候呢，也能够尽量的详细的说明清楚，好不好？谢谢。那我们现场吴志扬吴委员来到现场哦，谢谢你。那如果各位委员对于这个解冻案这一案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的话，我们就准予解冻，好不好？好，谢谢。那这一案就准予解冻，来。来来来来来，吴思扬委员，我想要请你们提供一个照片给我。我们现在北院、南院的，就是一般我们的正职导览员的衣服、服装，正面、反面，然后包括志工。好，因为南院你们还要做什么领结啊，什么那些东西，就是把那个照片给我，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个设计感够不够？我印象好像是背心而已吧，没关系，你们提供给我们，好吧？好，谢谢。好，好，我们吴委员是非常强调注意整体形象及设计感，对不对？好，来谢谢。既然讲到志工，我补充一下哈。好。南院的志工的预算比北院的志工的预算高非常多。南院的志工只有北院的一半，但是有关于志工的预算啊，却是北院的两倍，等于是南院的志工的福利比北院高太多太多了。这个预算是编在明年度的。明年度啊，哈、哦。等一下审的时候哈、哦。他现在先泄题给你啦。我现在你们等一下也可能要做一个说明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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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要说明哦。好。为什么南院志工福利会比北院那么好？多那么好啊、哦！好，等一下，好好说明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处理第二个那个解冻案哦，有关这个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决议了啊，减送文物登录及科技研析原列2265万3000元，那冻结1/5的解冻书面报告也送交到各位委员手上。那请问一下有没有意见？如果各位没有意见，那我们这一案就准予解冻。好，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那个继续的预算审查哈。那我们现在进行讨论跟协商。好，来，各位开始准备。好，那各位委员还有院长、副院长，各位好，我们现在继续处理哦，106年度哦，我们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预算案哦。那我们上次已经处理60案哦，那今天我们从61案开始，来，请各位翻阅61案，第六页，这个 list 的第六页。好，61案。本席提的是一个总的一个预算科目啊，那从62案到70案是它的细项的预算部分哦。好，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从62/01开始，好不好？到70，62到70。好，我可以先说。好，来，国书委员。好，这个我的这个案子是有关于展览的预算了哈，那展场的设计费啊，105年哦，总共是1100多万哈、哦，不，我们哈、哦、下个年度啊哈、哦，比今年度啊增加了500多万，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啊、哦？本来啊我们的设计费哈、哦、是1000多万，然后105年是6000万。少雪。105年是600万，那到了106年变成1120万，等于增加了520万。那明年度的展览哦，设计啊，啊，在南院哈、啊，有什么样的计划吗？但是我想看看你们的详细的计划是什么？为什么要增加到500多万？是不是跟今年的策展有什么样子大的变革？哦，那为什么要增加？好，这个部分可能要说明一下哦。
是，来请说明。是，主席，报告委员，南苑在106年度编列了1120万的展示这个展场的这个设计费用。对对，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在大概有每比如说像织品或者是这个大藏经、龙藏经这边，因为它是有机材，所以每3个月都必须要换展一次。那每一次换展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细部必须要跟着做调整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明年度还有新的展览，在日本美术之最结束之后的专题展厅跟借展厅，它还会要有新的展览。那这些展览每一次都要把所有的展柜重新做移动，然后呢再来做这个整个展场的设计跟规划，所以编列了一个1120万元。但是在那个105年的时候，最主要是我们大部分的展览是当时放在筹建经费里边，所以开幕的10个展览都是用筹建经费的各标这个标案里边就已经包含进去了，所以在这个预算上面，大家会特别觉得好像106年比105年增加。这是以上的补充。来，还有其他委员有意见吗？国书委员在听电话。先到60。来，就62到70。不好意思啊，我这个部分是有，也是有关于南苑文化的这个业务费当中哈，你有编列有关于到那个大陆地区押运借展文物及展品的一个检视啊，还有赴国外地区办理借展的费用，那预算数当中都没有列出展览的计划，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评估你这个预算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做使用。你预算数上没有特别，可是你有编列这个部分，这是我所提出来的疑问的部分。我可以口头上补充吗？好，来来来。或者一起问嘛，好来。我的是69案哈，其实是针对你们南苑的国外旅费。那我咨询也提到，我并没有看到你们新的年度的出国，不管是去出版品交流、国际会议，或者是借展、邀展这些东西，我没有看到你们以亚洲文化艺术为定位，然后积极向南向国家前进的作为。所以你也说明一下，我是主张要冻结一半。因为我希望看到你们是有配合这样整体的国家政策，那故宫可以，尤其南苑应该扮演南向政策的领头羊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请说明一下好吗？谢谢。好。好。是，我还有没有？首先，先吴委员。啊，对不起，来吴委员，我是68案，其实这个就是大陆的旅费冻结1/2，就跟前面的是一样的理由，所以看前面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就依照那个处理，好不好？好，好，那还有其他委员，那我们蒋乃馨蒋委员也到现场哦，那我们其他委员还有意见吗？不然我就请故宫先回答。好，那故宫你先回答。好，谢谢各位委员对于这个南苑的明年度这个出国的以及大陆旅费这个部分的关心。我首先先说明，因为明年度原来有预估大陆旅费的部分会有一项是要办一个这个后妃的服饰的展览，所以要去借展。是，那因为我们的织品，亚洲织品在我们南苑是一个常设展，那它又是有机材，所以每3个月固定要换展，所以它这个部分的这个换展的几率很高。那原来就是预计明年要去借一个后妃展，后妃的服饰啊，这是有关于大陆旅费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其他的这个国外的旅费的部分，还包含了，因为明年底我们还有一个美国那个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借展，所以还会有要到这个亚博去，这个包含了这个押运点交哈等等的，那这些呢都会不是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大概会，那还有就是明年还有一些付其他的这个，我再把这个资料补充给委员。另外就是有关于那个吴委员特别关心的这个有关于南向的这个部分，那因为我们跟这个法国远东学院一直有一个常年的合作的计划，那法国远东学院它最主要就是在这个亚洲的基地非常的多，尤其是像缅甸、泰国这一带的。那我们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基础，所以在马上在明年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个那个吴哥窟的展览到本院来。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那个
我们还跟法国远东学院这边做了很多的长期的研究的一个计划，所以在这个计划里边会有法国远东学院这边来，我们也会有一些南向。那这个研究大家在讨论的这个细节的部分，明年会把重点着重在哪里，还需要我们两个这个单位在联系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计划把它确定下来。我是不懂哈，你们就是针对回应我的南向，我希望你们可以直接跟南向东协国家直接做交流，直接建立这样文化交流的平台，以故宫的高度。那您刚回答我的是，我们跟法国的远东学院有这样很好的合作基础，很好，可以 continue。可是我们在跟南向国家的交流，不一定是建立在我们跟法国的团体去做对于南向文化的引进，我希望是直接就是故宫杀出去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希望看到你们要做的部分。法国那可以继续做，甚至利用他们的那个平台，对不对？应该是直接卖个隔一层纱啦。我在好，故宫因为有很高能量，所以这一部分我会善加运用。所以陆续包括像泰国啦，印度，然后包括越南，包括到马来西亚，这些陆续现在都已经开始联系。那我也透过我们有一些学校，他们因为有一些招生，或者说跟当地的一些交流，所以目前努力在规划，所以整体上我们会把未来南向的一个发展哈，或者整个那个故宫的国际交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报告给委员。那个主席，我的第69项啊，他们都试图说明未来打算是要这样哈，还没看到。那我觉得这样，我本来动一半，那我现在动四分之一。你们提书面报告来再解冻，好不好？好，那等一下处理预算数，等一下一起讨论哦。因为64案哦是本席有提哦，那最主要是蔡玉与蔡委员哦非常关心我们这个故宫南院的部分哈、哦，所以我也请等一下故宫可不来再详细回答一下、哦、那个有关蔡委员跟我的提案是在第64案哦。那他是要求冻结500万而已啦、哦、但是我想冻结的数额不多，不过他在提醒、哦、因为他身为嘉义地区的立法委员、哦、非常关心南院的发展、哦、那尤其对于内部的规划、哦、还有动线，还有整个园区里面未来的这个所谓饭店的一个 BOT 案、哦、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见、哦、所以是不是你们可以在一份详细的一个报告、哦、给本院的本委员会的委员、啊、也特别给蔡委员、哦、去跟他亲自说明，好不好？好，那来蒋委员。我63案、哦、就是63案这个部分、哦、105年、哦、你们的预算书分成两笔，一个是371万，一个是449万，合起来是820万。那你今年编的预算呢是编到5000多万，5292万，增加的是什么？来，那谁可以回答蒋委员的问题？这个部分跟委员特别做一个说明，就是在105年的时候，我们是把南院的文物管理、文物研究跟文物展览这三个项目底下的，包含了文物的运输、保险、包装、展场设计制作、展厅制作费等等，这些通通编在南院的文物展览项下。那因为我们这个106年的时候，已经把文物展览跟文物研究整个合并，作为南院文物管理研究一个项目。那另外呢就是文物展览的部分就单独，也就是说105年是分三个项目，106年把它改列成两个项目，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数字是增加，事实上这整个的预算的金额加起来1亿0174万，对不起，看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对。那相较于105年的时候，事实上106年减列了637万6000元。他只是把项目做了调整，总数是减少的。所以你们这样子编啊，你105年编106年
方向那个编列的方式改变，你在预算书上面就要告诉我们呢、啊。是。我们看预算书，我们都是把一百零五年、一百零六年都摆在一起来看的、啊。是是。那你们现在这个一百零六年是用 A 的方式编，一百零五年是用 B 的方式编，那你叫我们怎么看预算呢、啊？因为新成立新的一个馆了哈，那我们后续方面就会让它正常化，因为包括到组织编制跟那个预算科目的一个编列。所以，可是你在预算书的说明上面，你应该要注明，让我们能够知道嘛，好不好？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对来对去，我就对不出来嘛。是我们的话改进，哎，不是，是那我现在预算怎么给你呢？我预算我没办法给你啊。因为我没有看到我要的东西啊。是我们补充一下，等一下补充说明一下。那如果我到一年审一百零七年的时候，你又变了，那一百零五年、一百零六年、一百零七年又斗不起来了，对不对？预算书不能这样子编嘛。你要知道，你们编你们清楚，我们看我们审我们是搞不清楚的。现在整个那个分工方面现在很比较明确了啦。所以到未来不会再有这样一直变动或者更动的情形。我想请你们把这个详细的资料给我，好吧？是。我主席，我们就动三分之一。好，我们蒋委员是主张要就这个科目要动三分之一哦。对啊。对。蒋委员，你是你的提案的五千多万的三分全数冻结，对不对？我现在改列三分之一。好，好，好，好。那请问其他委员他们其他意见？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们是不是就来处理，好不好？那我现在再叙述一下，我们蒋委员是五千两百九十二万六千元是冻结三分之一哦。那我跟蔡宇委员的提案是冻结五百万。那柯志恩委员呢是在这个零一的业务费用里面呢四千两百九十二万六千元冻结五十万元。我不知道，你回去看一下。那吴思瑶委员刚刚是一百九十八万九千元冻四分之一哦。然后吴志扬委员呢是在这所谓大陆地区的旅费里面呢要求冻结二分之一。留给您的。那我先处理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的那个大陆旅费啊哈，我们就整个故宫的旅费里面有关大陆地区就是冻二分之一。对，好。对，后面都还有，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有关这个旅费的部分，出国旅费的部分，大陆地区的旅费，那全部都动二分之一，哎，国外，嗯，国外旅费前面有冻结了，全部啦，不是全国，全部的旅费啦，全部的出国旅费啦，国外的部分上次有处理了，那大陆地区的旅费我们原则统统冻结二分之一。好，那我们再这样子处理了哈。上次国外的旅费啊哈，冻结一百万啊。那现在哈，我们吴思瑶委员主张在外加哈，冻结三分之一啦，四分之一而已，一百九十八万九千的四分之一，再加五十万呐。报告就好了。外加五十万，只是他要求书面报告，外加，所以就是一百五十万。好，那其他，我刚国外跟大陆的是不同科目，不同科目，还不同科目，嘿。就另外再拆啦，就是在外加就好了。对啦，越来越进步嘛，因为是外加嘛，对不对？嘿，不是内涵哦，哈，是外加哈。那我请求各位是不是可以同意了哈？那我们六十二案到第七十案哦，我做一个建议了哈，好不好？因为总共大家也有要求三分之一的，也有要求五百万的，也有三百万的哦。那是不是我们来？
三分之一是多少哈？我们以奶工的三分之一是多少？1700。那奶工，我们是不是全数哈？其他都包含在你那案子里面，我们冻结1500，好不好？一个整数。很多的加书面，好不好？好了，1500。一个整数啦，哎，好了，1700啦，书面，好，啊，我们以下其他案子的所有冻结数就内含，就是62到70案啊，很多委员的提案嘛，哦，好，那就这整数就是冻结1700万哦，啊，书面报告，好，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再回到71到77这个02的向下，71到77，来各位委员，来巧慧委员，我的是第72案哈，那第72案这边哦，用我的提案来讲，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它其实是，这边讲的是南苑文物管理研究及展示当中的文物展览，那。原来的提案是有481万多元，那我提案减列250万元。这个原因是因为呢，我看这个预算大部分是用于推广教育活动的相关业务。不过呢，这是接下来就是我想要问的最大的问题，其实不见得是南苑处的问题，而且不是不见得是南苑的部分的南苑处的问题，而是事实上是牵涉到整个故宫体制。这个在我的主决议中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我看到你这个这边有编教育推广费，可是整个大院这边其实也有，那这个到底有没有重复编列的问题呢？那你现在回答，你一定是告诉我说没有，可是我的问题就是，你从那个故宫的体制体力上面来看，你就看得出来院哈。北院这边它下面有各式的器物典藏啊、展示啊等等都有，包括教育推广，可是南院它是一个处，跟它的位阶是平的，可是它下面什么都要做，那这个到底是应该我们要把它提升变成南院和北院，然后上面才有一个总管呢，还是这个南院处它其实就是只要管一个什么样的部分，那其他它的不管是推广啊或者是典藏，其他的部分回归到跟北院一条边这样来管制，不然的话你拿到的钱就是只有这样那么少，但你又要维运一个整个南院，其实对你们也是辛苦，所以我会觉得我提案用这个减列250万，其实是想要提出一个更大的上位的架构性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也许是要院长来回答啦哈，那院长，我这里提案是减列250万，那你回答看看，如果可以的话哈，其实我们事实上我在主决议的部分有请你们提出一个报告啦，就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说明？那我们再来看看数额的部分到底要怎么讨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故宫架构性的问题，我只是用这个250万来提出，让大家看到问题。好，来，顾工要不要回答一下？我跟委员报告，就因为他106年度现有的组织的一个变更哦，其实来讲它需要一些时间。那我到故宫以后也，一直在思考这一些问题，包括到像故宫它在国际上能量那么强，但是没有国际交流科或者一个处，所以这一些的话，我们整体会在思考。那也曾经思考过说，那不然故宫南院让它，独立一个博物馆，那这个的话，让我们变成一个附属馆也是一个方式，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是未来我们整体在组织方面会去重新思考，但是因为它106年度的话是整个会关系到南部地区，因为南苑地方政府的话或者说在地的艺文界他们都很希望说这一些的话南苑在那边能有外溢的效果，
所以的话，这个把它剪掉，在那边推一些艺文活动就很不利。不是，院长，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提这个250万的简列，只是为了要让大家看到这个问题嘛。那如果大家觉得说，哎，这真的是个问题，那我们未来可以解决的话，那要减多少，或者是改动，或者其实我的，我倒没有这么坚持啦。那不然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请处长说说看，你在经营南院的时候，我现在提到这个组织架构问题，你经营起来实际的状况是到底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那也说说看您的想法。对，那如果这样，我就想要追问说，那好，大家如果都觉得组织架构该改，那什么时候可以改？什么时候要启动？啊，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南院这边呢，就是虽然是一个处，就像院长刚讲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在那边实际在执行的时候，事实上是现在在台北这边所有的业务在那边通通都会遇得到的，所以讲。当然就是说在组织上面如果未来可以有一个调整，看怎么样去把那个组织架构重新调整，不过现阶段而言，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个教育推广的活动，这边会独立运作，是因为它必须要搭配这边的展览，展览跟台北不一样，所以要因地制宜搭配南部所推出的展览，做跟南部展览相关的教育推广的活动。还有就是在南部这边，我们其实有很多在地很多的团体，尤其是弱势，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服务，所以要另外一套人马，另外一套人马来做，就是由南院处所有的同仁来负责这些业务。主席，我刚其实这跟我的主角一样，所以我有请他们提出报告了。那如果看看有没有其他委员有要表示意见，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可以接受提出报告。那至于数额的部分，也许等一下可以再通案讨论。好，好，好，来柯志恩委员。好，我是针对他在一般事务之下面，你们有编了一个志工制服的制作这个部分，我是有一些的意见。你们编了215万，但是呢，这边你们并没有说明这个志工的人数、制服的件数、你的单价，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评估你这个预算的一个效用，而且你这个志工联谊的性质到底是怎么样，目的又怎么样。然后呢，编了215万，在我们现在财务这么拮据的状况，我觉得这样的编列是否得宜，所以你必须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报告，我们才有办法看看它是不是有符合这样的效益。好，谢谢柯委员，因为刚刚黄委员他在77案，我跟他共同联署有提到这个志工的部分，尤其你们南院的志工的编列的预算额度，我刚刚翻了一下，确实比本院的志工的一个的数额，那预算的数额多了一倍哦。那所以给你机会来讲清楚。这个部分特别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南院的志工虽然目前是前七期已经投入工作的是247名，不过第八期的培训目前也刚刚结训，这一批人力也是马上要投入的。那之所以在这个预算经费上面看起来会比台北多，那是因为主要花在制服的上面。那制服呢，我们每一套在105年，我们因为希望有一套有别于台北的志工的制服，比较能够凸显我们南院的特色，所以一开始是用了这个最有利标，用评选的方式，但是前三次的评选都没有出来一个优胜的厂商，也就是说这个设计都没有符合到我们的期待。那一直到刚刚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厂商第四次才出来。那为什么它的费用会比较多，是因为我们志工还没有一件制服，初期第一梯次来做了之后，其实第二次还有后续的增加。那台北的志工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台北的志工从民国7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7年的历史，那制服从头到尾没有变过，夏季的这个冬季的都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觉得你可以解释非常的多，然后我没有变，不是如此，而是因为我诚如我刚刚所提到，你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完整的这个部分，并不是说不给志工制服，所以这个回应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完全没有把这个件数单价还有让这个部分完全说清楚，所以我个人主席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就是我们76其实都一样冻结100万，就是这样冻结100万，等他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再来说，好不好？谢谢。好，来来来，吴思耀委员。我刚刚的那个新媒体的网站数位媒体维护费哈，我冻结了一半。那因为院长你过去是这方面新媒体行销的专长哈，可是我
觉得你到故宫来以后，我也多次提出，我们故宫过去如果以国际四大 museum 的这种期待自诩的话，我们在新媒体的营运实在是落后罗浮宫，落后大都会博物馆，落后太多。那您上任以后，其实坦白讲啊，虽然我是基金党的立委，要不过我真正也没看到你这部分的这个建设性想要怎么做，借由新媒体的管道把故宫推出去。那所以我是希望看到你们完整的报告，那这个部分我不是不给你，但是我希望你交了作业我们再来讨论你的方向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可以冻结二分之一好吗？谢谢。好，来巧慧委员。主席，院长，我补充一下，我希望刚刚贵院要提出的这个报告能够，因为我刚刚听院长您的态度也是认为其实组织法有要修组织架构啦，先不要讲组织法啦，组织架构有修的必要，所以我希望在提出的这份报告当中能够明确的看到你的态度再次的展现，并且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启动的期程，你预计的期程，不然的话只是说啊，对对对，有要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动，那这个我想这个报告就没有意义了。好，那至于数字，好，那来蒋乃馨委员，这我的提的案呢，哈，就是说，105年是1亿多，106年只编了4800万。那刚刚也说明了，其实这个案子跟刚刚的63案是一样的性质，一样的，就是说本来是3个。现在变成2个，那可是这2个加起来以后，还是跟105年相少了差不多将近2000万。这个少了2000万，又是少了什么？以106年跟105年相差的预算还差不多将近2000万，这少了2000万是少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刚刚巧慧委员讲的一样，你南院到底是定位在哪里？定位是什么？你南院是一个处嘛，你现在组织法南院是一个处嘛，对不对？可是对外来讲都叫南院南院南院嘛，那对外来讲南院跟北院是平的，对，照说来讲应该是平的，可是呢照你组织法来讲的话，南院是一个处，跟一般的处是一样的，那对不对？其他的处呢也属于北院的总，对不对？那在这个情况下，南院跟北院的关系地位到底要怎么去处理？事实上这个问题我在去年咨询也答提过，在审预算也提过，我觉得故宫你真的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你南院北院跟故宫这3个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而且这个涉及到未来的发展预算的分配都会有相关联的，所以院长你应该要把它说清楚啊，你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啊？不能说是我们会回去规划规划，到明年编预算还是这样啊，对不对？来院长回答。其实的话就我来以后就开始在思考了，那就原来的话在97年他院里面核定的话，他是以整个处的一个就南院处这样一个运作，但南院处它确实的话，一个处它很多包括行政工作的话是北部这边院区它协助负责，但是整体在那边的一个营运，包括到在地的一个南院的一个管理，它确实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架构，而且的话它整体功能就是一个博物馆，所以的话就是说我的思考是希望说未来假如行的话，它是应该让它独立变成故宫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完成的一个院，那它的话有以它原来规划的话就亚洲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博物馆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博物馆，让它回归到整体的一个专业上整个运作上更顺畅，那所以它较能以附属性的一个博物馆最好，但整体的一个概况或者未来发展的话，因为关系到整体，就包括到故宫本身啊，未来它到底像
除了一个蓝燕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一些的话也有把它也纳入我们在思考的的部分啦。那所以的话，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说比较具体一点，然后再跟我们委员会这边做报告。那主席长，啊，来，这个案子我也有提案啊。那这主要还是我是比较整体的啦，没有到那么细项啊。主要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还是南院的定位啊，真的不清楚啊。照你刚刚那个讲，也不是不能往那个方向，但是说实在，那个就已经不是故宫了，已经不是故宫，就是你就大大方方讲，你想在南部另外搞一个博物馆嘛，就是这样子嘛。哦，也不是不可以啊，是不是？但是你现在这样扯在一起，好像又想要做那边，又好想要做这边啊，哦。我觉得这个光是这个定位不清了，哦，我们在给你们预算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下手了。所谓很难下手是，不是说很难删，而是很难给，很难给，因为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那第二个件事情就是说，本席还是对哈，哦，虽然不见得是你的事情，就是但是对故宫南院啊，哦，它整个抢营运啊，市场营运造成很多那种中间很多这种漏水啊，这些一大堆事情，造成整体的营运后面要补上去更多的花费，这件事情啊，本席还是非常非常不满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这种整体的概念上，南院的部分我都要求要减列这个费用哈，这是以示惩罚啦。简单讲啦，哦，就是说你们这个，还没有完工，哦，还没有这个验收完成就抢开幕，哦，然后造成一大堆的问题，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要给你们一点惩罚，哦，然后你们的定位还是不清楚，所以很多部分还是要你讲清楚，我们再跟你冻结一些，哦，啊才跟你解冻，哦，是这样子的意思。好，谢谢吴委员哦。事实上，我们那么多委员在关心，包括嘉义地区的这些委员哦，都在关心我们这个故宫南院的一个定位啊。那我想很清楚了，当初在争取设立故宫南院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组织一套制度，那就是故宫，只是分处管理而已。我想这个定位要非常清楚，所以我再请院长你再讲一次，故宫就是一个故宫。那你要来跟各位委员讲清楚这一部分。我想因为大家都一直对这个定位方面有一些想法意见，我想的话近期的话努力跟各位委员做请教，然后我们把它弄了，就是说原来它规划就是一个说一个故宫一个组织，然后它就是分南北两院是一体的，是这样一个定义啦。那整体上因为在地方的一个发展或原有故宫的一些发展，因为在运作上是有一些产生一些困扰，就是说南院它跟本院的那个齁，有一些资源要本来是想要把它放到南院去，比如说这边策展那边应该也可以应用，结果的话有时候因为跟我们在谈亚洲文化艺术的一个展览的时候会发生汉格，就比如说我们的话本来要规划一个水墨展，那水墨展规划完以后本来是说北部规划完然后拿到南部那边续展，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费用，但是的话就在规划的时候他们委员他们也觉得说这样的话跟整个北部跟南部又没有区隔。等一下，院长，你讲的这些委员是哪些委员？水墨画不是亚洲文化吗？是没有错，是吗？但是他们的话就是说，亚洲文化当中，你应该扩及到，比如说东亚、东亚当中的东北亚，或者说其他地区。哎，院长，你来录功，我越听得越对啊！我就觉得说，这不就是定位问题吗？然后刚刚我刚刚听的结果就是说，刚开始就从头到尾在吵，不就是这个东西吗？不说你说水墨画，就说是故宫台北展完往南部去展哈，你觉得这应该是合适？因为这个完全可以维持出故宫是一个故宫，然后分为南北，然后来可以来宴享我们南部的雄青嘛，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刚刚又听起来又变成好像南院大家又想要变成是一个具有东南亚特色的一个博物亚洲那个特色的一个博物馆，那亚洲特色博物馆向来就不
是我们故宫主打的这个部分。所以你这样越说我越觉得说啊，到底是南院是属于亚洲特色的博物馆，还是一个故宫主轴之下分为南北啊？到底我们是，这是我们刚刚一直吵到这边是定位啊，反正是院长一讲我反而更加觉得有点混淆了，就要再澄清一下。我一定要，我觉得很离谱啦。那个院长，罗浮宫，巴黎的罗浮宫跟朗斯的分馆，他是怎么在处理的？就为了文化平权，为了让偏乡的人也能够有文化的禁用可以接触，所以把巴黎的他的朗斯分馆的主轴就是分批把故宫罗浮巴黎馆的东西放到朗斯去，让偏乡的人也能够去享受这样子的文化瑰宝。所以南院不是不可以有自己去杀出一条生路的新的经营的方向，像我说亚洲艺术文化又搭配南向政策，它也可以，你用特展的方式或者是慢慢增加你典藏的方式，你未来有能量自己做你的典藏展OK， 但是现阶段为止，你也不可能马上就有很多的亚洲艺术文化的典藏展在南院，所以现阶段操作会有问题。那第二个大方向，我们认为文化平权就是北的东西到南的嘛，所以你不管是现实的操作，或者是整个格局的定位，都显然有问题。还有一支麦克风，不是院长这里。所以不要。哎，在家啦，你唱在家啦。所以我觉得这定位是很清楚，就应该是这样，这应该符合我们多数委员的理解。对，可是你为什么要丢回去了呢？所以这样预算就处理多一点，有两只麦克风，好像一个南院一个北院一样、啊、然后又把一只麦克风压在预算书下面，把它按砍下去。所以我跟你讲，你今天到底要怎么去组合？南院跟北院都属于故宫，对。然后南院跟北院是一样，对、啊。还是像南院是像现在一个处，处是跟北院是，我已经是不一样的，还是说是两个独立的，两个分开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故宫应该要去思考一下，对不对？因为你过去在奇美，对不对？所以对博物馆的管理方向你应该很清楚。这两个馆，两个院，一个南院，一个故宫的北院，到底怎么样的组合，对整个文物，对整个博物馆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因为我讲的这个发展就是说，因为我们故宫是世界级的，我们如何朝向世界级，对我们世界级的地位是有帮助的，应该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思考，而不是这一天到晚就在讲啊，南院到底怎么样，北院怎么样，南院是把北院展览过站到南院来，还是说我南院变成一个亚洲的博物馆，或者是南院又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子结合起来对整体的国家的那个国际发展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应该朝这个方面去做啊。所以真的你要思考下个会期在我们委员会应该做一个专案报告才对啊。那个院长，那个报告委，因为我忽然想起来院长上任也半年了，这中间你听过我们那么多次，现在要碰到审预算了，怎么会这个时候还没有定案呢？不是说没有，还是说你这个需要呈到哪里哪一个层级，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可能要总统要同意是不是？不是，还是怎么样？这没有，还是你们故宫就自己讨论。本身哈、哦，它在组织上的一个运作，它本来的一个定位是有问题。那就是说它编一个处，但是它其实的话确实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属性。那这当中怎么运作会比较顺畅？另外又是一个组织层级的问题。但是的话，就那边的一个就有关于南院它的一个定位，也就业务发展的一个定位方面。那当时的话是以亚洲文化艺术博物馆。那当然的话，就是说，因为故宫的话，它在台湾当中其实区域范围没有那么大，而且的话，现在交通其实蛮方便。未来的话，我们的话就是在文化平权方面，也希望说文物它是下到地方去，而不是只有说好只有故宫，然后到南院。它的话，我们文物未来的话，希望说它下乡或者甚至跟地方有更多对话。但是的话，南院的话，它只要定位亚洲文化艺术博物馆，我们有没有机会透过这样一个博物馆，透过故宫
本来的一个能量跟国际交流，引进亚洲不同的一个文化，让国人的话也能认知体验。因为这一部分的话是可以再讨论。我有时候的话会比较说不愿意一下子就把它定好，说它一个定位了。那有时候定位定好以后，它将来的话花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资源可能就会被限制，或者说有时候会要再走回来的话就会所以的话我希望说更多将来包括策展单位它成立以后，它能够更多的一些辩论或更多的一个大家更多方向的一些思考，所以的话现在没有把它说好我一定，但是的话当时提的就是说亚洲文化艺术，那亚洲文化艺术是怎么样的一个亚洲文化艺术，这个未来的话是可以再讨论。我来先让巧慧委员，我想确认一下我的理解有没有不同，不然的话我觉得好像越讲越花。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定位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刚刚到现在已经其实要分两个部分来讲，所谓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组织架构的问题，这是我刚刚提出的时候我在讨论的，也就是说其实我在我看到的资料里面其实是有1997年的时候行政院就有核定了一个国立故宫故宫的这个处务规程这样的状况，那其实你们的规定很清楚嘛，叫一个组织一套制度全中典藏分处管理，然后呢同时是要南北院是平衡的这样的状态，但其实呢说到这个最后南北院其实也是我现在的想法，我现在的想法其实是上面有一个管理单位啦，它至于是什么名称，这个名称我都觉得不是很重要，重点是一个实质的一个管理单位，但是南北院区它是一个平衡这样的观念，所以是文化平衡，这是一个组织架构的问题。那至于南院北院各自要担负什么样的展示的方向，什么亚洲文物也好或什么，那个是另外一个展示内容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两件事情不要混在一起，对，所以到时候要处理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报告的层次。那所以我刚刚在讲的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刚刚讨论的是组织架构，那其实我也可以先讲我自己的想法，我最希望的还是南北要有平衡，这个东西要能够彰显出来，不是只有南院处在人家之下，但是反过来讲，他在这个下面这个单位的时候，会不会有资源重复运用、叠床架屋的问题？这个也要被解决，既不要在人家之下，也不要有叠床架屋的问题。这个是我在讨论组织架构的部分。那至于定位的部分，我倒是比较开放。是要是北部的东西拿过来展示，或者是要全部完全不一样，是一个亚洲文物，这个我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充分讨论。好，但是我希望讨论的时候不要两个混在一起，然后好像越讲越迷糊了。这样对啦，院长要看看巧慧委员，就是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条理分明啦，不要讲的我们都觉得你在绕圈子、很模糊。来，来，蒋委员，你有没有看过你105年预算跟106年预算，你那个组织图是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啊，那你马上翻一下你手上预算书好不好？是哪一位想出来的？把这个图变掉了。啊，你把105年的上面加个帽子。是哪一位想出来的？哎，回答蒋委员的问题。委员，我是那个主计室主任哈。那个跟委员报告，我们在105年的预算案的时候哈，没有特别去标示这个北部院区跟南部院区。后来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委员有建议说，这个不应该是南北平衡，所以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这个。不是南北平衡，是南北平衡，那你就要去做啊，从组织法上面去调整去，而不是把图上面随便加一个帽子就是南北平衡吗？如果你真的是南北平衡的话，你下面还有个南院处哎，所以这是哪一位天才想出来的？你们自己，对不对？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状况哎。然后就随便加一个，是谁加的？是秘书处这边加的，还是主计这边加的，还是谁加的？我只想了解一下，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来回答一下啊，还是主秘加的？对，我们去年审预算，我就是我刚刚讲过，你们要去检讨，
而不是随便加一个帽子来骗人呢？你组织法有修改吗？没有嘛。组织法没有改，你的组织图应该配合组织法去画嘛。组织法也没有修改，你就贸然地加上去，是不好看吗？还是要骗我们委员会，说去年我们委员会有提到的案子问题，你今年改过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就是蒙骗立法院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一直摆在那边，我没讲，我就是看你院长你自己会不会讲出来啊？不是，这个的话是去年对不对？改了，你105年哪里有改？105年，105年的图跟106年的图不是不一样的图嘛？一样的，所以的话。就说它原有，我这边是105年的图啊，我那是算的，那个是预算的时候。我当时看你预算案的，我看谁啊？后来的话，它有预算应该有。后来是哪里啊？我不管。后来在哪里啦？你那个法定预算改的是你们自己改的，又不是我们立法院改的。我们立法院是审这个的。因为我拿到的时候是，对不对？是你们自己改的，谁会改？只有你们顾问会改啊，我立法院会给你改啊。当时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你们预算书标示的，有的时候在标院北院，有的时候标院故宫，有的时候标院南院，有的时候标院南院处。所以我当时看你105年的预算书，我就讲了，你一个预算书你本身自己要统一啊，你不能针对南院就有两个不同的用词啊，北院也有不同的用词啊，所以你们就自己这样改，改的话也要依照组织法去改啊，你组织法没有改。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还大家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南院跟北院的定位到底是怎么样，你是要把它合在一起，北院跟南院是一样地位高还是怎样？如果照你这个图的话，照你现在今年的预算图的话，然后南院北院再画加了在上面，加一个帽子在上面，然后比你院长位置还要高，有这样子的吗？乃公，我试图听他讲一下，我觉得主席，我做了建议了哈，因为我知道当初他们一直在讲不清楚，其实那个图是冯的任内把它改的。好，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两个显然不一样的组织架构，这对故宫是大事情。那我们现在处理预算，我建议我们在这个定位不明的这个项下给它冻结一部分。我认为这样的大事情，我们下次必须专案报告好好来处理啦，好不好？但是在预算上就冻结了一个部分。我想讲一下，我跟巧慧刚好是念法律的，我很喜欢搞这种这个组织图啊。我们刚才觉得是这样，你今年的106年的东西应该是这样子了。我觉得照我们原来97年那时候的定位，南院北院是平行的，不会有个南院处在下面。那南院处呢，应该是我相信是上去年的时候呢，因为其实他才刚开始，他的业务量哈或者什么还在筹备中，是他只暂时把摆在这边是吧？好，那我觉得如果是符合我们的想法的话，应该是我认为故宫就是故宫，你要称它的南院的话，你不能没有故宫特色。好，而且故宫是全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东西如果站在文化平权的话，凭什么都在北部展，对不对？所以它南院一定要有展故宫的，它才叫故宫南院，要不然你就直接叫一个亚洲博物馆，另外搞一个东西没有问题。对，但是故宫的南院它可以有一些新的，因为它的展场的关系，它可以另外加一个特色叫做亚洲或者是世界的收集到的一些展品啊，可以在南区啊。那事实上，以文化平权来讲，不但你台北故宫的很多东西可以放在南院展，偶尔应该有一些东西你因为还很多东西没展过，你搞不好应该可以从南部先展，你知道吧？从南院先展，再回来台北展，不一定要好像一定要变成二轮电影院呐，啊，不能变成二轮电影院。可以各自策展，只要把故宫的国宝里面拿来分。当然我知道大部分的东西还是会摆在北院，但是你南院一定要有故宫特色，不能全部变亚洲，要不然你就弄掉。所以如果这样，如果需要改这边的话，其实现在这个图呢，其实只要把南院处啊改成另外一个我看假设你有一个亚洲的什么的任务的话，那你就应该叫做亚洲什么文物什么展，什么处啊？那有这么一个业务，就是说，除了从中国大陆搬过来的这些古物以外，故宫
也开始在收集各地亚，也不是说以亚洲值得收藏的东西作为典藏。那这个就有这么一个处，那这个处呢，它主要的展览区域在南院，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这样子的话，可能你参考一下这样子的解释方法，就不会一直说到底这个故宫南院还是亚洲博物馆，其实可以兼顾嘛。谢谢吴志扬委员讲的真好。其实啊，依照组织法来讲的话，是南院处，当时立法院通过的，行政院送来的，立法院通过的也是南院处，所以基本上故宫是一个院长。最高嘛，可是照你今年的这个预算书的这个组织系统来讲，故宫博物院有没有院长？应该有个院长，然后下面有一个南院，一个北院，然后在下面又一个院长。照你这个组织系统图是这样子啊，这图很奇怪了。一个故宫有两个院长吗？那南院有没有院长？北院有没有院长？那就有四个院长啊。所以你这个图要按照组织规程去画嘛，那然后南院当时立法院通过的，行政院送来立法院通过的是什么？是亚洲博物馆的那个院长，南院当时是亚洲博物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正确的画法你就应该是故宫，然后一个亚洲博物馆，那它的位阶要摆在哪一个位置，这你们自己要去讨论去，对不对？然后有不同的特色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南院就变成东南亚戏院一样的嘛，永远是播放二轮的嘛，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看东南亚，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跑到东南亚，我们念书的时候都跑到东莞的东南亚，因为二轮便宜啊。有东南亚戏院好像，对不对？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啊，名字有点奇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南部委员也是这样讲，我为什么变成二轮戏院？对，所以南部的委员也是希望把它提升呢。如果要提升的话，就是跟北院一样的话，那你要怎么改？你要送到立法院来，你要报行政院送立法院来啊。我们专案，可是要有不同的特色啊。好，对不对？你当时的特色，你不能说是这边展那边展，那故宫的东西也可以到奇美去转的，也不一定要到南故宫去转的。好。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啊，我第一个预算书上面的组织图要改，预算书本身就是一个法律预算法，所以预算书的组织图一定要跟你故宫的组织法是要配合的，不能随便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亚洲博物馆当时通过的是亚洲博物馆，那你现在亚洲博物馆的定位是什么？对不对？一个是展演的定位，一个是在你组织系统里面的定位是什么，你们都要去考量啊。是，好不好？好，那我们来处理好不好？我建议哈，这个问题这么的重要哈，那我们应该给机会让院长哈讲清楚，说我们要排专案报告哈。那我建议是不是冻结四分之一？母数是4,814,800。主席啊。我觉得冻结南处对南处不公平啊，对了，这个应该冻结故宫本身的院长这边的预算才对啊。当然不是冻结院长的特支费了，就是院本那个故宫本身的这个，因为属于你们这边的预算冻结，才是因为将来要思考要怎么改变，都是你们这边的，不是南院处去决定你故宫的定位啊。那你冻结南院处的预算对南院不公平啊，这个责任制的嘛，对不对？这个院长的部分呢，我们再另外再处理他有关他的预算啊。那南院处的部分没有道理嘛？这个组织，如果是为了这个整个定位和组织架构的话，那不应该动南院处的预算。不是啊，有很多。如果是南院处本身的这些预算本身的问题，我们要冻结他的，是对不对？可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定位组织系统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故宫本身的预算，而不应该冻结南院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嘛，你冻结他了，他也没办法来报告啊，对不对？没有乃公，可是不是特别针对南院处动，而是说这个本来就是因为南院的
诞生定位以后要 push 整个故宫去做思考。那我觉得因为预算到这了，你很难再回去再处理全院的那个部分，哪里刚刚都那个啦，刚刚其实一样案子在32案、啊、所以因为过我是觉得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个不是惩罚南院，不是，而是我们要做专案，所以在这里处理没关系了，赵伟已经处理过了，要不然就更复杂一样的理由啦，我有摆在32跟这里。32有保留吗？32那时候有，那个时候好像是减列1000万，包括水电费500万。那案处理完了，还是要以那一案来包这个加一个专案报告啊？南院就不处理？不行，那科目不一样。不是，我意思是说，乃公对于这整个定位，他认为他在意的是不要来惩罚南院嘛？那如果乃公同意的话，就是以刚刚32案的处理结果来。我是建议南院还是故宫的一部分啊，我们今天不是在惩罚南院，而是说冻结这个预算科目下冻结的数额，大家可以讨论没有关系。我刚刚只是一个建议，我是说透过这个冻结来要求故宫要来对这个南院的一个定位做一个专案报告。哦，我的意思建议是这样子啦。其实应该是在故宫本身的一般行政的部分，那之前有处理啊。冻结它一部分，虽然我们已经通过的话。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因为我是觉得了哈，因为如果要谈到用组织的架构、组织的定位来冻结南院的，对南院我们不公平。如果南院本身预算编的问题有问题，我们去冻结它，要说说明，应该是 OK 的。所以这个故宫本身的一般行政的那些费用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冻结它一部分。我建议好不好？再增加一点，对不对？我们只要大家哦意见一致，我们提复议案重新来过都可以呀、啊。来跟我再建议另外一个选项了哈，因为我们在整个南院里面了哈，我的61案那是一个总数1亿多的哈，那个还没有处理，因为下面要全部讨论完之后会总结到那个61案的一个大项哦。那是不是我们这个部分了哈，就先保留？那要冻结数多少到整的总目里面去冻，然后来要求他专案报告，好不好？这样子那个预算的母数就大了。那冻结束我们可以慢慢讨论啊。那个他那边的一般行政7亿多，亩数更大。啊，那个我们讨论过，那也已经有三也有冻了啊。跟委员报告，其实的话，不管南院北部院区，都是一样啊。我还是院长，还是、啊、还是我，所以的话还是代表人家院长啦，还是要面对啦。没有钱的话，我还是很紧张哈。是。是啦，好不好？那我们这个先保留，等一下一并处理啦，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第78案到啊，你说什么？等一下，对不起，我现在先搞清楚，我们现在还在02不是吗？啊，不是要到83吗？71到77要不要77啊？跟这个不一样吗？啊，那来来，我们议事人员哦，来建议哦，到77案为止，我们刚刚这几案没有一个讨论，我说回归到61案哦，那就是整个1亿107万4000元哦。那我本来有提案要减列跟冻结了哦，那我是不是建议了我们冻结？来，大家建议2000万，那减列就不要，好不好？冻2000万。啊，主席啊，你那个63案就冻结了1700万了，你这个不、啊，另外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2000万再加1700万的话，那是不是就3700，好不好？加起来，加两个案子的。那个1700万书面的，嘿，1700万书面，嘿，1700万是书面，然后另外这个总案那个2000万是专案。这个有关故宫南院的定位问题要排专案报告，然后呢，我们那个志工的部分哦，因为南院志工的部分有很多委员提到哦，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冻结数啊，哈，也把它纳入我们冻结的总数里面。我的意思是说，这我们今天冻结这个总数要包含志工，那你们自己调整。但我的意思是说，一定要跟各位委员清楚的解释南院志工的一些你们未来要怎么做，然后怎么训练，然后你们这个预算的支用的一个细目跟计划，好不好？那主席包我的那个新媒体哦，哎，包括也包括吴思雅的新媒体，来按书面报告。
就志工那个我们批好，好了好了，哎啊，然后跟委员也去报告。对了对了，好了。要做专案报告，就是故宫南院的定位问题讲清楚、说明白，包括刚刚很多委员讲的组织架构的一个定位，包括它未来策展方向跟其他的一个要跟国人还有跟各位委员详细报告的定位问题，好不好？好。来，那接下来我们78到83案一起讨论，好不好？这个是有关78到83案，展示服务跟社教推广的。好了，来，我来细条先来啊。好，来，吴思瑶委员，就是你的择业应试，就增加一些语言的选择，就这样。然后那些新住民的。好，就帮忙纳进去，好不好？彰显对他们的重视。所以你们如果 OK， 有齐成吗？有，不是已经做，也不是做全部啊。你们做哪些语？那个是南院还是北院？台北跟委员报告一下，南院的部分他已经有在做。那我们是因为今年在新南向整个政策出来之后，院长特别指示，那我们就把择业的部分在10月份已经上架了。就北院也做了，北院已经做了，所以都统一吗？多少语言？是看地方分配，我们对。好，那你再讲一次清楚，北院现在有哪些语种？南院有多少语种？讲清楚，我记起来。OK， 择业部分我们有中英日韩，然后现在又加了印尼、越南跟泰国三种语文版的。这是北院。北院。好，南院有越南。啊？南院有中英日韩以外有越南，这是属于文宣的部分。只有越南。那我们的语音的话已经是10种语言，包含印泰缅越都进来了。印泰缅越。那现在网站也都在翻译当中。好，我觉得是这样啦，尽可能就一致就一致啦，因为什么有的南院的语种又比北院的多啊，不是一整套东西吗？像语音的部分我们就正在做，对不对？那这部分看起来南院更积极啊，那北院要打屁股啊。当初定位就是亚洲文化，好不好？所以谁说亚洲文化才能有需要那些导览的语系？你这样子很歧视。哎、欸，也不是，而是制作时间我们赶不上那么快。代表你们的观念真的要真的来来来，通通要给他归零，然后重新再 好，那我们再尽快把它补上来。那有那个分什么本院跟南院，什么本院就是哪几种导览语系，然后南院就是哪几种导览语系，那完全不对的头脑，对嘛？这个我们附带决议好不好？因为我听他这样说，我很不爽，真的很不以为然哦。那我还要不要动他？不是，我们整个来动，但是附带决议啦，好了，好不好？好，来，那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一致？对啊，我们大家看到，就是因为每次的质询，很多委员不分党派都在关心这个问题，那就希望呢，我们的故宫不管南院北院，都能够吸引各国的这个观光客来看看我们的国宝，来看看我们的文物嘛，对不对？那各国的观光客也不是只有中日韩英文啊，那东南亚语系这些也都会去台北啊，去慕名而来啊，要来看啊，对不对？哪里只能限定在这个南院而已？我觉得这不对的一个想法。而且 我再补充一下，思瑶之后换宗教丁委员，马上。严格来讲，我们这种全世界去看 museum 的人，假设我到西班牙的 Prado Museum。他都还没有到全球四大哦，好，他是10大，可是他会 detail 到主要的语系，他法语版、德语版都会有，中文甚至啦哈，就是繁体、简体都会有。我意思是说，故宫如果我们定位为国际四大 museum 之一，对于国际的语种，譬如说法语、德语、西语。这些东西其实你们一起去思考它，我们不是刚刚在讲的这些新住民的语系是为了配合南向政策也找出新的潜力的客群，但是如果你以站在国际的大的这种的位阶的话，我们永远记得到国际的那个 museum， 它那个是一整面墙，你要什么语都有的，所以你们不要那么保守，不要那么保守，好不好？也不是现在为了应付某些客群就做这个事情。好，其实包括你的新媒体的网站也是，你现在只有中文再加上英文而已，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一次到位了哈。对，好，谢谢。来，那个对不起，嘉宾委员先在那个巧会。不好意思哈，那么因为可能故宫会觉得很多公婆啦，那个大家意见都不太完全一样，那顺着故意会逆少意，那我的意见考量的不完全是在语系而已啦。当然我个人一直在委员会里面强调新南向政策，希望能够有增加东南亚语系的导览。那刚诚如刚刚施耀委员所说的哈，我们思维应该是整个全球的思维。那我这里跳脱语系的部分哈，也希望看到另外一面向，就是在导览的方式不是只有语系的差别而已，你导览的方式现在有 VR。那么在好像三四星期之前吧，三个星期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故宫有一个莫高窟用虚拟实境的 VR 的方式来导览。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故宫的经营应该是可长可远，如果只是在导览的语言上去增加这样的意图企图性还是不够的，而是说未来要想象十年后进博物馆的人，他可能不是用现在的一个参观方式，可能就像你们那天在莫高窟的呈现方式，我们现在到博物馆带着一个翻译机就觉得很好像很进步了，未来是带着 VR 那个方式的那个直接进去看。那故宫在这方面呢应该也要展现出你们的企图心来，怎么样强化在未来导引技术的一个引进。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跟我们今天审查预算不是直接相关，我知道目前我们将会有一个原住民博物馆，原住民族博物馆，这是在原民会的计划项目当中，他要投入27亿。那我想故宫哦，我不只是期待故宫把故宫扮演好而已，我们期待故宫是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博物馆这个领域的龙头。如果说今天我们国家要再盖一个国家级的原住民族博物馆，那他一定会想到他的对象可能是来自于全世界南岛语族的观光客，他们来到这里可以看到不只是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文物，也可以看到他们自己本身的南岛语族文物。博物馆要有跟我有关我才有兴趣去看啊。那我想故宫目前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说你们的典藏绝大部分都是跟中华文化有关，所以很自然会想象说课程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来自中国的人，一种来自欧美仰慕东方这种神秘的中国文化的人来。那如果说只有这样的内容你们要去吸引全世界的课程的话，那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说在馆藏的内容可以尽量去充实之外，二方面在导览的界面上能够增加不同的语言之外，但是要去思考的语言的增加不是只有考量多而已，要先想到说是哪些人来看，哪些人会来台湾看故宫的东西，那这些人你要提供给他什么样的导览的内涵，不是只有语言的界面而已，还包括他导览的界面。今天台湾是一个科技岛，我们有 VR 的这样技术，李安拍了一部电影，全世界只有五家戏院可以播，但是他还是拍了。为什么？他拍了之后呢，戏院就开始要改装了，都要装最新的装备。所以在这里呢，希望说故宫在思维的时候，委员所关切的导览的这一些思考上，除了以现行的预算去规划之外，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比较有未来前瞻性的思维，而且不要只限定在故宫目前自己的本物，你们要把自己定位成是你们是带领台湾博物馆界的龙头，你们要帮台湾的所有博物馆去开创一些新的技术。这部分我是部分肯定你们的，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一篇莫高窟的 VR 之后呢，我就觉得这是对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后续的在预算上去呈现这样的企图心，是我们关切的。如果以后可以呈现这样的企图心，来年的预算我个人会继续支持，谢谢。好，来乔慧。因为审到这个段落，那我也表示第一我支持，我赞成那个司耀委员刚刚说的，因为我自己的98案其实在讲网站，其实就是同样的概念，刚刚大家已经讲了这个网站，那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语系不一样，所以我提案98。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讲这个说明简介的时候，我记得我质询的时候有说那个牌子上面，不晓得这个牌子现在拿掉了没有，还是继续维持这样的状况，因应这个环保，所以我们的简介酌量提供。好，这个全世界我第一次看到有博物馆是酌量提供简介的。这个好，这个好，那拿掉很好，那我继续支持啦啊。但是这个部分，抱歉，我顺着刚刚钟委员的话，就是故宫能够作为国内博物馆的龙头这部分，我的提案79案其实是对于志工。其实现在台湾的博物馆相当程度是依赖志工在进行说明导览，但是志工很有热忱很好，可是我们也很诚实的说，有时候志工造成的问题也是不少啦。
我们感谢他的热诚热心，但他的专业的知识还有能不能够完全服从院内的领导，达到一个我们的需求，专业的需求，那他的退场机制或者检核方式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有待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规范。所以我想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仍然是有很多志工的这个费用，所以也是借此提出来，请故宫这边能够就志工人力做一个检讨。好，那如果没有其他委员还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来做一个处理好不好？在这个78到83哦，那这个展示服务与社教推广的这个项下哈，有总数是17,126,000元整的预算数，那是不是建议冻结？然后呢，把刚刚各位委员所提的一些意见跟问题做书面报告。冻结还是不住吗？冻结可以啊。哦，好，不好意思，我刚去楼上，没关系，来问一下啊。我这边是虽然很小很小的部分，可是我还是反映一下，因为完全属在这一幕当中嘛，对不对？我刚刚只是对这个观众意见调查的这个部分完全把它冻结，缘故就是因为我现在目前看到你们所公布的资料是一直到103年为止，104年的成果我完全没有看到。那你是否要执行这样一个调查研究，完全不知道。所以你106又要再度编这个预算，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要很难评估，所以我就把这个预算全部就把它冻结。他当时除外属于这一块的列数，我没有看到这个报告。对，不上，起码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好，来来，就这个部分我们在年报上实际上有呈现了，当然在网络上就您讲的104年的，那我们发现马上已经放上去了。Yeah. 好，如果有马上补正的话，就原谅他吧。我们也会及时在审查完之后就上网。不想看到是什么结果，等一下再去看。好，你等一下马上看，我们等一下马上 check 啊。那我们这个预算数，我建议，因为有委员提冻结1/4，冻结120，冻结110，冻结50万哦。那是不是就这个总数17,126,000元整，我们冻结200万？因为不多啊，200万呐、啊，那书面报告好不好？因为我有算了一下，像苏巧慧委员的1,199,900元，他的冻结1/4，大概200多万呐、啊。对啦，那我们就冻200万给他，要求他书面报告，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休息10分钟啊？请各位委员，我们休息10分钟，接下来再处理第3幕、第4幕，好不好？以后后续的，好，谢谢，谢谢。我的想法了哈，应该早上可以处理完，我们是不是就是努力努力努力，好不好？早上就给它结束掉哈。谢谢。因为楼上802有一个教育团体在办公听会了哈，所以我上去签到一下。
院长嘞，去洗手间了、啊、那没关系，再等一分钟好了。好，谢谢各位委员的体谅哦，我们慢了一点点，对不起。来，拍手，我还要你串。来，我们现在开始84到87案一起讨论。来，各位委员有没有？来，那个柯委员，好，没关系，慢慢来，你85案。还有蒋乃馨蒋委员，爱德伯迪加。快速处理啊！然后这个是文物登录与科技研析，它的总预算数是1643万8000元整。我知道我这边所写的啦，它最主要是要征集那个藏品丰富故宫的馆藏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每一次都编在那个预算，都没有得到你这个征集藏品的成果，都没有看过你的这个成果的，这个是机密吗？没有啊，我们都还有101年到104年成果有送到委员那边去。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要为什么要冻结的部分，就是因为我还是不晓得，就是我的效益我没有办法看到，其实你给我的话好像都是一些叙述性的东西，我可能必须要知道你们做一些评估上面那个效益，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才要把它冻结起来，好不好？这是我的意见了。好了，先看其他的。好，那其他委员没有，我们要有把成果送给我。好，那我是不是来建议好不好？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有提案哦，那我是稍微简略那冻结一点点哦。那刚刚柯委员也是提那个冻结哦，那我们是不是这个总1643万8000元整，我们冻个50万好不好？加书面。冻个应该不要不止50万。你的是76万，你是76。啊，我就降低数额啊！啊，好了，100啦，100万书面好不好？对啊， okay, 好，100万吧，因为这好，好。88到93。那接下来是88到93。来，吴委员。那88案是我提的哈，那这个主要是针对，故宫在这个。出版品品牌文物图像授权哦，这个部分哦，一直被侵权哈、哦，那又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护它制裁权的一个方法啊、哦，所以我在这边就是建议啊、哦，删除50万，然后剩余的要冻结1/2，然后提出它到底查缉侵权盗版，还有追究赔偿责任啊、哦、的具体方案以后使得动之。好，那其他委员。来，柯委员。
这边的部分我也是冻结，然后也有简列啊。我刚刚诚如刚刚那个吴委员所提到的，这个盗版跟侵权问题其实是没有，还是没有解决，因为现在真的是上去看那个淘宝网哦，还是可以看到盗版的故宫的一个商品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要更加把劲。然后呢，我这边有特别看到，就是说我们也是跟到审计部的专案报告里面，你们到104年9月为止，你们申请图案档借用的案件是有653件，超过归还是42件，所以平均为数是8，然后其中有超过15件是7的，最长还到35，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执行上面整个内部机制的一个控管啊是失灵的，这个你们去查一下，的确是有被这样纠举过。所以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更积极对这件事情能够有态度的上的处理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应该是减列100万，然后冻结50万，这是我的理由。来，吴思瑶委员。我是没有具体提案了哈，但是我觉得几位委员讲的确实就是过去的侵权这些都没有处理好，但我的考量是已经做不好了啊，你给他砍预算，他以后就会说啊，因为没有钱啊，所以就更做不好。所以我个人具体建议，像如果志扬委员跟志恩委员同意，我加列你们的联署人好吗？啊，就那个联署人，但我建议是就给他用冻结的方式，看是100、150，用这个方式请他做改善。如果真的减了，本来总数只有487，不管你是减50减100，我觉得他们就刚好说他没钱就不要做，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原意啦。 好不好？来那我这边要再补充再说明一下哦，就是依照我们著作权法的概念哈，其实不能像以前那么松，就是有盗版哈，你抓到就补授权而已，那就可能不抓不到啊，抓到顶多就是我本来就该付的。其实要补授权以外，还是要有一些罚款，啊，因为这个叫做所受损失、所失利益了，啊，等于他依照正常他可能预期赚到的钱，要不然他为什么要盗版？他可能会有获利嘛，啊，那这获利如果为了减少打官司的这个浪费时间，你可能可以定一个标准，可以再加多少，但是不会是原来的那个光是把那个授权把它补起来就好，好，那就等于鼓励人家先偷再说嘛，那个，大不了补钱。那个处长好像要回应一下，说明一下。你们就改。有罚收3到10年，啊，有罚。以前的1000万那个。那个召集人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好哈，那文创处需要的第一次报告，那个跟委员报告，我们其实去年度光档期盗版去年度是编300多万，那今年已经核实了把它编成251万。那我跟委员报告，其实里面配我们现在的检举网站啊，我们就是有预先有拟一个说要发给他，就是我们取得的损害赔偿的20%，那个是去参照环保署那个取得法眼啊，那给检举人20%。那因为在上个礼拜开宴会，我们主计师是认为说这个，要立委哈，立法院通那个支持，要通过立法才能够这样做了。那假如没办法这样做的话，原则上我们还是会透过一些，比如说。就是说华远这一块要20%给检举人，这个要经过立法检举奖金的部分了，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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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说我假如说委员愿意支持我们，我们会再来拟法，这个一定是的哈。那我现在其实哈，光预算哦，就如刚刚吴委员哦那个讲了，我们哦现在刚好这两个月在进行两个标，一个是国内的法律咨询案，一个是跨境，就是国外的哈，专门就是到大陆了，甚至就是说日本现在也有可能有一些侵权啊。两个标案其实一年加起来就要150万。那另外我们现在有3到4个案子正在进行哦，那个规费哦，就是要缴了一些诉讼费、裁讼费、仲裁费，规费就要70万，那律师的费用大概30万，那这两个加起来100万，刚150万加起来就250万，说是很合适的啦。我知道，但是你没有回答到吴委员的问题，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如果过去的案例告诉我们你们抓到了，你们只是补授权，那现在有没有改变了这样子的思维？为什么要修法？现在这需要修法吗？你们只要明年
寻你们的预算编列明年税入编就好啦。我们本来也是想说这样。是啊，为什么要修法？来，两个问题，来，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修法的问题。对不起，对，思瑶，思瑶，对不起，请你先回答吴志扬委员的问题。我们现在那个跨境那个案子哈，现在就是说那个。那个是、啊、他在问的是说有没有加倍惩罚啦？抓到侵权厂商，除了下架之外，我们会去追，然后提调解或仲裁，那原则上就是会再加罚十倍。假如说配合态度不好的话，会加罚十倍。我们现在是3到10倍嘛，3到10倍现在机制就会变成这样。好，现在连北京故宫那个案子都是罚十倍哦。好，是不是？好，那我是要有了，那为什么你要检举奖金需要？这个我来说，为什么应该不需要吧？各级政府这种检举哪里？我们以前在市政府一大堆环保局的检举，什么都不需要用自治条例来处理啊。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本来我们文创处这边的规划是说，今天如果发检举奖金，我们去判法院判决胜诉的这些赔偿金额啊，要里面从里面提20%来发检举。可是因为我们是公务预算嘛。这个所谓的判决的这一个赔偿金额是属于税入款项，是全数缴库。如果我们要发检举奖金的话，另外编列税出预算。那编列税出预算，根据这个，像县市政府里面编的那个所谓环保检举奖金这个部分哦，他们自己本身都有定一个所谓的检举奖金的那个，办法，那你就行政单位就可以做那个，跟法院没关系啊，不是修法好不好，不用修法啦、啊，对，不用修法，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要不要来糊弄立委，好不好？糊弄我们，那个是我们既定的办法。哦，本来只要给你动100万，现在要给你动200万。那个办法必须要一个很明确的法律授权，像我们现在目前的图像授权及出版授权利用办法，它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第21条的授权，我们可以定这个办法。目前我们这一个要去收。那个对啊，已经有法律授权了。没有，那个授权的范围是很明确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授权。可是我们现在如果要给人家20%，没有法律的授权，所以没有办法定办法，所以没有办法接着下来。它是一个一层一层的关系的。对，法律上的授权吧，好奇怪哦。没有法律上的授权，你自己要有一个作业要点是需要的，但不一定是。作业要点是你们自己可以去弄。办法的位阶的话，法规命令的位阶是要有法律授权。然后税出的部分，我们另外去定办。对啊，税出的部分用就是。对啊，这哪需要你讲的那么复杂？不需要啦。没有啦，没有啦，你去看看环保署，看看地方政府环保局，我可以加。再看你们要不要做而已啊。我可以列在你的提案。好，来，我们来处理好不好？88案是吧？好啊，好啊。来，88案到93案哦，那总个预算是487万哦。那司瑶委员是建议冻结150万，冻结150万，来采书面报告，但是书面报告要详细，把刚刚吴志扬委员跟吴司瑶委员跟大家的一个问题哦，要很具体的回答。那个我们的还有柯委员登记簿跟线上作业。好，那我再宣读一次哦，我们陈学胜招委也到现场哦。那我们这一个88案到93案的文物价值运用与管理哦，这个487万的预算里面，我们冻结150万元，那加书面报告。好，来接下来第五目资讯管理维护。那就94到104啦，好不好？我们总体来讨论啦。好，来吴思瑶委员。我的这个就是就预算论预算啊，虽然数额很小，但是还是要讲个明白哈。第一个，我有一个全数简列36000而已了，但是我只是不明白，你们现在资讯管理里头还要有框一个教育预算。教育训练的预算，第一个36000能做什么教育训练？第二个，我认为现在电脑的软硬体，这本来就大家都会用，除非你是编了一个500000，你要更精进，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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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觉得哇，你可能真的要精进什么。你基本上编个36000这种教育预算，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是大家都具备的这种职场的能力了。所以我觉得我有不理解，我也觉得不需要。哎呀，你是支持我吗？你同意我把它删掉吗？然后第二个，就回到那个刚刚讲的网站的多国语言的翻译。好，目前我看，反正就是尽量规划不一嘛，南北不同调嘛。所以第二个，我是希望就全数冻结。
那我同意可以在新存委员的总数下我们来做处理，好吧，谢谢。我先讲完。好，来柯委员，跟这个资讯管理跟维护上是有关的哦。你会发现你们预算书上所刊载的项目大概都是年年办理，像什么多媒体的电脑、笔记型电脑、印表机巴拉巴拉巴，什么都是把它条列出非常的多。那你们到底是说这个年年编列的理由到底在哪里啊？你像是一大堆的电脑的周边，包括我们以前申请国科会啊，通常我们都会要求五年之内你做硬体只能申请一笔，五年之内我要申请他的电脑只能五年之内不能够再申请第二次，你们都是年年编列这些电脑周边，包括电脑的这些基础的设备，软体的更新跟升级是有必要每年必要吗？而且还是一句话嘛，你政府这样子的财政拮据有必要这样，会不会有过太过于浪费？所以我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你们真的要精准的去算一下，除了这个检验之外，我还是认为这个部分一定要有所冻结了，因为没有道理就是说扫描器周边电脑哈巴浪当的这些当中每一年都在给予，这个真的太宽松，你要是到公家机关待过发现这个真的是编制有过于腐烂了。好，那不知道其他委员们意见到104吗？到104，对。我104刚没有说明到哈，这个还蛮重要的，我要提醒一下院长，你要落实你的这个图像可以释出可以开放，你每年500笔，可是就我去看你们内部，你们需要配套去修你们那个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图像授权及出版授权利用办法，应该这当中要有一些因为授权期限的问题你要增加释出，是不是这个办法需要去检讨做修正？我的理解是需要，我认为把它修正了以后更有利于你大量的去做图像的释出，所以我是希望看到给你们一点 support， 该修的法制把它健全，这样你未来就更有力量去做这个图像的释出哈。所以我这边是动70万，但请您说明一下这个是不是要修？已经在修了，已经开过。来，院长说明。对，有关于那个我们开放我们的故宫档案这一部分哈、哦，那目前的话，除了我们针对那个整个授权的一个利用办法的话修法，那陆续已经开过第一次的一个修法、哦、讨论。那另外在修法过程当中，我们其实的话也希望说能加快那个开放的速度，所以的话目前原来规划我们是说好一季的话500，一年的话2000，那目前的话偏向说我们要不要那么高的一个那个档案，因为它那个流动的速度非常慢，所以的话可能会在5 mega 这样一个然后希望说现在的话因为全市资料跟作业速度也快了，我希望说一年的话能不能超过甚至4000、5000以上哦，就是说我们希望成为十倍，能500张的十倍以上的这样一个速度去努力是。对，那个办法在修了，什么时候会修？什么时候？对，来，对你的法制什么时候要几次会，你给我一个答案嘛，现在处理预算年底以前，那个授权办法年底以前是不是？哈，来报告一下。来，在上个礼拜刚开过一个会议，那我们现在是引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一个授权，因为它对于那个文化创意的发展图像利用它是有一些规定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我们引用是在这个授权之下，我们是做另外的一个行政解释，就是说刚院长提到的5枚以下这种低阶的图档，我们基本上可以有开，基本5枚以下基本上那些教育研究跟学术推广的部分是先朝着免费 的方向来处理的，那至于说本法的部分是朝在后第二阶段，可能就是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再把它处理，因为明年我们是整个的不只是图像授权利用办法，是希望把所有的授权利用的一个规定，因为现在其实其他的规定是行政规则，没有办法，那个是要那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公告，预告公告，还要预告公告。你们内部什么时候修？内部目前是已经餐饮的规定是已经可以做这样的行政解释是可以的，可是办法是要整个修是要到明年。好，
等一下来给我讲清楚啦。对，现在就可以开放了。副院长说年底可以修好，到底是怎样啦？字的部分我们内部都会讲好。各位，我这边讲清楚。那个学术研究跟教育推广这种公益使用的哈，原则上现在就可以做。对啊，我在问你说，有些是因为你要涉及修这个图像授权、出版授权利用办法，刚刚院长也说这个法制健全要做。那个高阶的现在。对，我在讲，我在跟你讲高阶的嘛。哦、高阶的这一个应该你。光修我跟念，文字我们当然年底之前会拟好，但是走立法程序就依照中央法规标准往那个立法程序来走，跟我报告。年底你们自己年底草案是自己要修，会拟出来，现在已经在拟了，现在。那我跟你讲，就是我本来动70动50，看完东西再给钱。主席，主席，我这边哦，这个我加入思瑶的联署啦哦，因为既然讲到这一题的话，其实我后面有两个主决议也是跟这个相关，一个是我目前看到的是在非盈利的使用方面，竟然还有收费的状况，那我这希望要改进的时候，这个当然一定要把它放进去，在非盈利的部分，对，好，这是刚刚你们也有提到的。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是说，你们的目标值年度目标值的部分哈，这个地方我是有一点concern啊，就是。也是觉得你们现在其实自己自我的设定是每季500笔，那我是觉得这其实真的是相当的少，这上次在质询的时候也已经质询过了，不要讲说什么跟国外什么大英博物馆来比较，现在你们的106年度的关键绩效是年度目标是设为300件，那然后你们上一次院长来报告的时候，书面报告是说每季将新增500笔，那我想请问你们现在最新的目标到底是多少？我自己的期待是希望你们的年度目标值是至少调整为每年2000件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况，这应该很少了。大英博物馆是20000呢，对啊。我们会加快了，因为第一季哈、就是今年开放以后，整个作业的速度，包括那个资料的诠释哈、已经加快了，所以我希望说更多好，没关系啊。我是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加入思瑶的这个提案，就是在提报告也好等等的，希望能够把这两个问题一并放进去，就也不用写2份了啦。好，大概是这样。好，来，不好意思，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是有关于我刚刚讲说为什么每年年编月预算那个，等下有人跟我稍微报告一下哦，就是99案，那第100案我其实也提出来的简列跟冻结，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总计划嘛，没错嘛，这是个总计划是达1亿7000万，那你106年续编最后一年是3000万，那这个计划其实是非常的大，但是呢，你们看你们的预算书，我真的觉得故宫还是要指出来哦，你们我刚刚有称赞说你们后来补送的资料是蛮好的，可是呢，你看你们预算书里面对于这么大的一笔经费，其实并没有很详细的做一些的规划，预期的成效计划目标我都还没有很仔细看到，这是这么大的一个部分了，所以我才会在这地方做出冻结跟简列的一个动作，好吧？那我是不是先请谁？来，就是九，我还是强调，我这么每一年都需要搞这么多的，你们所条列这个部分都是一些非常这个所开展的项目，几乎每年的涨得都一样，每年需要这样去做吗？对对对，因为我本席有一个提案啊，是跟柯委员的意见是很类似的，就是你们的那个资讯设备费每年都一模一样，好像每年都要买新的，是嘛，对不对？先就针对这一点，我先讲那个每年那个设备啊，实际上它是每4年就得差不多可以汰换。那我们是整个设备里面，我们是按照实际的需求调查之后，就4年可能要汰换的，我们再去编这个经费。太高了啦，没有，都用过电脑嘛，4年换一次哪里需要这么高？而且都是这些，我就跟你说，国科会都要求，科技部都要求5年，像我们到教授给我们5年才给我们一部新的，第6年还要评估一下，怎么可能故宫都不一样？我们作业也是如此，就是说它的确会有逐年汰换，而且会按照实际的需要才准许汰换，那就是说数量上还有那么多，当然每年是不是一定执行完，会看当年的实际的状况。来来，你现在先回答刚刚柯委员的质问哦，国科会啊，哎，对不起，现在叫科技部啊、哦，他5年，然后第6年还评估一下，他的机制是这个样子啊。你刚说你4年换一次，那意思你们有没有跟其他部会有没有去统整那个笔电啊、电脑啊这些公务的？这个汰换的年限，一般规定上是讲4年，但是我们也不会说真的4年到就换掉，一定是会去调查，然后看他使用的状况。对，4年。新的需求，像资讯安全拿出来。
不知道，但就是我还是觉得一年编个547万就在做这些电脑的替换，然后也都是你看每一年都长得都一样，都是年年办理的项目，每一次所刊载都一样，是我是觉得这笔预算每一年花540几万追这个所谓电脑设备的，除了电脑设备之外，还有一些是软体版本的更新，所以也还是不需要这么多钱。你要什么的版本更新需要这么多钱？我调列一个全部的，调列一个细目给我看一下好不好？我调一个全部细目给我看。我是觉得每一年都要编547万在弄这个资讯管理的维护，我觉得真的是太多了。国家媒体，我真的觉得太多了。我们提供细目的资料来，我也觉得太多了。好，来其他委员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来处理，好不好？那刚刚次要委员问的那个训练的问题，我也很快回答。就好，您讲的，就是说，假如是一般的电脑基本技能的话，当然就不需要再训练。但今年像我们做的啊，我们今年做的是一个那个 ODF， 就是把资料转换成所谓的开放格式。那这个是以往一般员工他没有接触到的，所以我想说，我们每年还是固定编一笔这种所谓的新的一些技术，按照新的一些需求去做一些教育训练，包括像现在做资讯安全，那以往呢，大概员工这方面的训练比较少，那我们每年会固定开一个课，因为开课的时候会需要一些设备跟空间，那我们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经费。是觉得36000能做什么？的确很少，但是就是说我们会挑选员工，对，让他去训练回来还可以互相的教学，尤其像我刚刚讲 ODF， 那档案以后就不见得一定要用 Microsoft Office 才能去编辑这样子。还有那个什么4G 的，那还没有回答，最后一年3000万要做什么？简单讲一下。基本上我们还是透过4G 手机宽频的方式去制造一些新的内容，因为在整个大的计划里面，故宫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就是把文化内容转换成4G 能够传输的格式。所以我们去年做了郎世宁的影片啦，还有各种的互动的展示，用 QR code 去做线上导览。那我们明年会继续持续的做这方面科技的运用，包括像刚刚钟嘉宾委员问的 VR， 那就是我们明年一个重点，怎么样利用这种新的科技进到画中去欣赏画。好，来巧讲这么多，我只想我只再加问，我在这里没有提案，我讲一个，下次我们去到故宫的时候会有 WiFi 了吗？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是没有的啊。有你已经全部都不见好了。您上次去是这样子，展场因为以前展场内部可以拍照，所以提供 WiFi 他也没办法去上网去传递，而且我们希望说观众进到展场内 不要拿起来、哦、那这是以前的政策嘛。那后来开放了之后的确就有这个问题了。那 WiFi 我们提供是在那个展场一进去甚至到外面的广场 free 的，完全连注册都不用，因为上次没有 WiFi 然后收讯又不好，所以我也不能开自己的 4G， 所以我等于是一个跟外界断绝状况、哦 okay、那你们的网站也不能用 4G， 可是它有导览网站导览呢、欸、没问题、啊、我们现在就会把 WiFi想办法从外面延伸进去，改一下吧。会，我们会延伸进去。这个其实各位委员的关心呢、啊，在提醒你们，既然是国际级的故宫，就要国际级的一个配套了、哦、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到国外看这个展览，一些比较国际级大规模的一个博物馆，那事实上就像他讲的、哦，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哦，它有个 APP 也好，或者是有一个网络上讯息，可以给我们一个资讯哦。因为每个人看的时间不一样嘛，有可能我今天去啊佚佗，我刚才有一点钟好看，那我总是要看精华嘛，对不对？那就有一个小时的版本。那如果我自己自助旅行，我可以整个半天4个小时都在那里，是一整天都在那里，那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参观的方式哦？我觉得这个都是现在大家人人一个智慧型手机，这非常重要哎。好，主席，我就96、97+104，有些我接受他们的说明，那有些我觉得要冻结部分给他们交出报告来，所以我 total 本来是要冻80几嘛，哈，90，我就是加起来冻60，好不好？95、96、97跟104具体讲，尤其我特别重视那个你们的授权办法的修订。好，60，那来蒋委员。105年的预算有个故宫行动电子化服务计划，是，编了900多万嘛，哈，今年没有了，因为106年没有了嘛。是因为上次我们在立案的时候，当时在联络上出了一些状况。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后来接到通知的时候，我们去国发会嘛，当时，然后他是说他们没有收到，那么承办同仁说没有收到，那么后来再去争取，他说时间已经过掉了，是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当然后来我们再争取，他说可以列到下一个年度的，啊，我们再去争取。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换句话说，你们电子化服务就可以做，就不要做了。这个部分106年就不要做了。我们还是会做，只是说在内容的开发上头，可能经费上就做钱在哪里？钱从哪里来？我们尽量去看能不能透过别的方式，包括跟我们原来是跟国网在合作嘛，就说在运作上还是会持续。换句话说，没有预算你也可以有办法做啊。那很好啊，那我们预算很多都不要了、啊。对，因为那些设备跟内容没有预算，你也可以做，你也可以想办法做。规模上会比较。那我很高兴啊。规模上会比较小。那你其他的预算也可以把它删减掉一点，然后你继续想办法去。我针对这个部分，是因为当时的设备跟内容都还在线上。这个问题就很奇怪了，国发会明明有这笔经费，你们为什么会失误？这才是问题的终症结点。我了解，我了解，嗯，对不对？然后现在只是说啊，没有关系，前面我还是可以做。那以后都不要向申请嘛，对不对？刚刚前面有一笔，用科研的，过去105年是科研的，对不对？你今天用公务预算，为什么不用科研预算呢？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对不对？明明其他单位那个钱你可以领过来，可以来节省，让你的公务预算可以更用到别的地方，你们不去做。然后用这个钱来用公务预算来想办法来做，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嘛。那然后四G3年了，你一共花多少钱在四G上面？大概前3年每年大概平均不到5000万，是1亿2000万，对。对，105年是4500万嘛？是。你今年106年编的是3000万嘛？那104年编多少？去年4500多万，然后那整个做出来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感觉不出来啊，好像没有。那四G完了以后，你们要准备再做什么？因为这四G的钱是额外的哦，是，不是正常的？可是你们那个博物馆那个电子数位科技怎么去结合啊？你们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目前有一个新的规划案正在进行当中，这是配合整个院长当初在提我们院里面一些新的政策方向。那这个有一个中程计划正在你。不是，我是说的是，像比如四G行动宽，是，你们这是额外的钱，嗯，对。可是既然有这笔钱，你们就应该好好的规划。这个整体的规划不应该只是包含着四G的这3年的钱，你故宫数位科技化怎么去结合？因为未来整个方向就是这样子的方向，你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你的经费需要多少？你会做到这个怎么样的程度？那然后四G的钱我用完了以后，后面的钱我要多少？我要去怎么去做？我如何去从行政院那边争取更多的预算来结合你的数位科技？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方向，整体的想法啊，你这样预算才有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整体的想法，没有这个的话，那四G的3年的钱没有了就没有了，用完就用完了，那到底做什么？那你就变成故宫，你是在应付这个四G，因为要给你钱，所以你就应付它，应付做完了以后也就算了，不了了之了。那这样的话，预算是浪费的，你四G不管怎么样也有1亿多啊，对不对？这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其实的话，像我们目前，教育展支处哈，它本身除了教育推广以外，那个有关于那个资讯方面的，或者说新的资讯科技方面的经费预算，其实的话，真的要透过我们的一个计划去争取额外的预算。所以我来以后也看到说，我们除了这个市区，因为新的媒体一个应用或网际网络新的这一些传播，整个那个在博物馆的一个应用方面，其实的话越来越重要。所以我到任以后也跟教育展支处讨论整体上怎么样去拟定，包括我们那个整个资讯博物馆的一个资讯科技应用方面的策略跟方向。讨论以后，我们现在正在拟一个中长程计划，那也跟那个我们科技部那边部长杨部长讨论，就是说希望说这一部分未来的话，我们除了竞争型的计划以外，另外能不能比较固定的？因为确实的话，目前在整个那个我们在科技资讯的一个应用，博物馆是很好的一个content，那这一部分在教育推广也好，或者说
包括我们产业的一个竞争或升级方面，其实的话都有它很好的一个效益在。所以我们的话目前已经在拟了啦，就是说因为在十二月底以前必须把中长程计划拟好以后去我们科技部那边争取那个科技部的一个预算。这个院长，这个四级行动宽频的预算是天上掉下来的了，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了。因为当时标售那个四级行动频宽，然后那个大家出的价钱很高，后来政府从这个中间拿了150亿，然后给各单位，是针对四级然后给用。当然，故宫争取到一笔，我们很高兴，对不对？可是这个是临时的，可是我是觉得故宫你应该一个长远的规划，数位科技如何跟我们博物馆如何能够结合，来推展我们的故宫，然后也可以用数位科技来做博物馆的一种教育嘛。所以故宫你应该要想一个规划，不能说是三年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就到这边结束了。我相信如果今天要做故宫要做的话，绝对不止这个经费嘛，应该要还有后续的要做嘛。那后续的钱从哪里来呢？对不对？你科发基金，你可以像刚刚讲的科研，你可以从科发基金去争取，你们不去争取，然后国发会给你们钱，然后你们又说这个失误了，没有收到这个公文了，还是怎么样子，1000万就没有了。如果是105年的预算的话，1000万就没有了，怎么会变这样啊？因为我来以后，所以我觉得这个编的这个部分，当然它都是上一年度的一个。你来的时候，不管是谁来，院长来了，可是下面的都没有编呢，对不对？而且你来了以后才编106年的预算，是新政府上任以后才编的哦。不是旧政府、那个、不是马政府编的哦。那个已经编了，所以106年的预算是你们编的。像那个电子化。计划是前一年，去年的时候叫，所以你们就是没有计划嘛，所以才会疏漏嘛。有计划的话就不会疏漏嘛。对了，蒋委员讲的对了，这个我们整个故宫的一个数位的计划哈，不应该是因应其他部会的预算而来制定，而应该是做一个国际级的故宫，我们本身要有自己的一个数位的一个短中长期的一个计划跟建制嘛，对不对？哈。那院长是不是可以？可以，好，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报告，好不好？把，为了让故宫能够记住了，嗯，好，我们三，你讲的对啊，20万呢？好，小三20万呢？好，你说哪一个？20万？你说哪个3000万的？对。我奶公，我还要三两三，你来来来来，我们那时候100，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预算呢，我们等一下再的啦，哦你。我们等一下再讨论预算。好，来来来来，柯委员，因为我觉得我像是99案这个部分，5547万这个部分，我可以二分之一冻结了，但是没有五，对啊，547万这个部分设备99案这部分就是二分之一冻结，但是我还是认为。第100案有关于这个加速行动宽频的这个层面上面，我真的觉得这个3000万真的是 too much。我个人认为，还有包括101案，国书委员也特别提到，他也要简列。所以我个人认为这部分冻结多少我不晓得了，但是我个人认为简列一定要是到300万左右了，因为真的是不需要这么多了。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应该要简列，因为真的是太多了。因为这个东西要行动宽频这种服务跟产业的这个东西，这种我说实在的，这 range 很大的，大家都知道在采购，因为以前在学校弄过采购法了，都知道它这个 range 很大的了。我个人认为说，身为立法委员，在这个部分，我们故宫已经其实大部分都是给冻结而已哦。但是我觉得个人这个部分里面，我个人认为，包括国书委员把他意见一并，主席一并的裁决，我个人认为说这应该是简列。我们这一幕里面，我们一并的来处理预算，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是简列300万，一定跑不掉的。简列300万，没关系，我尊重大家。冻结多少的话，因为奶公也有提出意见嘛。我本来是说冻结1000万，我这样子建议好不好？这个整个哈，这个5180万元2000哦，我的94案里面有要求减列326，我们减列300啦，全部把它减列，全部综合起来减300啦，那自行调整啦。那冻结数呢？我们看到有其他委员也有冻结，
两百的冻结，六百，一千万的，全数冻结的，买了卖全数冻结，全数冻结的不要到这来结啊，对吧？哈，冻结一千万了，好不好？一千万。那我那个一百零二案的那个320万要包含在那里。好、哦、，OK， 好。这就是。来，各位有没有意见？来，就我刚刚宣布的哈，就这整个5180万元、2000元的这个总预算数，减列300，冻结1000万加书面报告。好，谢谢各位，那就这样子。来，接下来第六目安全管理维护，我们从105案到114案。报告，来吴志扬委员，因为我要先离开了哈，我先讲一下哈，应该大家也都有相关的哈，是，这就是跟北院南院的这个管理费哈，安全管理有关，两个都是跟上一年度的预算哈，有增加的部分，然后并没有在预算书里面做说明哈，108案是北院，啊，这边讲到，服勤人员便衣驻卫警的制服配件被服清洗等哈，较去年多了将近4倍，好，就是多了大概90万，所以没有说明，所以我们这边减列50万，冻结40万哈。然后112案是南院的，好，南院的部分就是保全的费用，今年明年编7400，比105年大幅增加了1560万，哈，也是在预算书里面没有明确注明为什么会有这个差额啊，所以这边部分我们是减列500万啊，冻结100万啊，我相信其他委员也有相关的提案，好，好，主席我报告完毕啊。来，故宫来说明一下。主席，跟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刚刚吴委员前面的那个有关制服这个增加90万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的临时人员担任管理员的这一部分呢，历年以来他们都没有制作新的制服，都是穿着以前约雇人员留下来的旧的制服，那因为每个人的身材尺寸都不一了，非常不整齐。那为了提升我们临时人员他们担任管理员的这部分的士气哈，所以去年开始我们就用剩余的经费帮他们做新的制服，让大家，因为他们是一线我们故宫的门面，所以要穿的比较那个，就是说合身一点哦，有我们整体观瞻跟形象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要编列制服给我们管理员、临时人员的部分，是这个问题。对。来，那吴思耀委员说要看一下服装的设计感。照片啊，不在审预算了吗？照片跟职工在哪里？照片有没有拿来啦？马上去 Google 一下啦。我早上几个小时前告诉你了。早上给你们时间呢。另外蓝院。来，蓝院的部分。蓝院说明一下。南院今年106年度的预算编列会比105年度增加，最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增加20名保全的人力，是因为在这一年的试运营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还需要补强，再加上今年就是在国土办这边也要求我们针对于反恐这一块都需要再加强，所以我们也另外再增购了红外线的体温感测门跟金属探测门，那这些呢也都需要我们的保全人力来协助我们去做一个进场的一个管理，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有编列。那因为去年105年度的决标的金额跟我们实际编列的经费其实差距有450万，原本就不足，所以今年才会增加。那整个总计划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编列了一个7400万，最主要的原因在这边，那请委员能够了解。好，那个吴志扬委员说也要看一下，拿给吴委员看一下。来，吴委员要看。对，全部可以讲。105到114都可以。对。105到114。来，柯志恩委员。残疾
基本上面我有提出两个，一个就是一百零七的部分，有关教育训练是比较少的，因为这里面因为你条列的有关于这个国防教育防护团、什么自卫消防补组织，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国防教育跟这个跟故宫的关联度其实是比较低的啦。这个计划要合理性嘛，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可能要做出一个解释。然后比较多的部分是有关于在一百一十有关于南院的这个部分哦，我特别提出了简列，因为南院这个部分有关于安全维护嘛，还是一样嘛，这个安全维护的这个部分编了这么多钱，你比1505年啊增加了579万的保全业务费用啊，那你应该解释一下这个费用到底为什么会出来。然后呢，还是要很多委员都会特别提出，你安全管理维护的经费比北院区高出了4558万，这又是为什么？还有呢，你在这个105年度的这个安全管理维护这个科目下面，南部院区的物品预算是490万，然后比北院的171万又高出很多。然后南院不论是在参观人潮展览的规模都比北院小的非常的多，所以你的预算又宽列这么多，这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呢，我就认为说你应该是删减500，然后冻结500。你这个南院的整个处处就是不懂啊，这个人那么少，少了那么多，然后什么都比他贵，对不对？所以这个要真的要解释一下了。这个我有提出两个。好，来先回答一下。我先回答柯委员前面那个有关国防教育那个问题啊。对，因为依据全民国防教育法第八条啊，政府机关对要配合办理这个教，就是提升我们同仁的这个国防知识跟这个防卫的叫。OK。啊。刘敏长啊。没有麦克风。是北院。南院还没有报告。处理到晚上。我没有开始。好，对不起。那蒋委员，我先报告吗？我是想问北院了。我是想问北院，你今年编的是6000多万，去年编的是3000多万，两个相差将近3000万，差别在哪里？你刚刚说的是换制服，是不是？那个是那没有包括制服，没有包括制服。这另外消防系统的。你现在是增加消防系统？哎，对。增加什么消防系统？因为我们海龙系统要汰换，海龙系统已经用了30年了，已经在市面上已经没有备品可以更换的，所以必须要汰换相关的海龙系统，在文献大楼。还有我们的配电室，还有那个我们的机电大楼，也要增加消防设备，所以2700万。所以你这是比去年相对来讲，你这是新增的嘛？新增的，对不对？所以拜托你们新增的部分要注明一下新增好不好？新增的，我们都是一个项目去对，然后你新增的话，你要增加的这个钱做什么东西，你要详细的写清楚，你在预算书上面要写清楚一点，或者我们在预算书看不见了，对不对？那你到底增加什么？是，你105年你的预算书10个小项，10个项目，然后再小项另外算。你这边来讲这是12个项目，我们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去对，然后就比较你为什么会增加，为什么会减少。我们看预算书都是这样子看的，你们让我们花的时间越多啊，我们就提案子提的越多。我跟你讲，我们在补报告，补那个明细。对，那像南院来讲。非典型的，为什么增加那么多？我想刚刚大家也提到过，保安人员嘛。说实在，这个我也跟院长提到过嘛。你南院你保安跟正常的警卫来讲，在强度上就是不一样嘛。那为什么南院要保安，不能用警察、驻卫警？你们要去想办法去处理去啊。然后非典型的用那么多，然后被人家讲话。好吧，那你们说明吧。好，来再说一下。是跟那个柯委员跟蒋委员报告一下，就是有关于南院的保全这个部分呢，我刚刚有提到，去年其实预算是不足的，再加上今年因为有这个反恐这个部分，加了金属探测门跟我们的那个就是预防传染病的体温感测
器这些，那这些东西一增加了之后，其实它的这个管理的人力就必须要增加，再加上南部的园区，这个我们整个园区有20公顷，范围太大。那在这个一年的试营运当中，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发现到我们的保全人力还必须要再加以调整，所以在今年比去年就多编了20个人力的费用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增加了一个500多万。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刚刚讲到因为柯委员提到的是整个增加4000多万，那是因为在南部没有像台北这样有我们有自己的驻卫警，好，那在南部是没有的，所以整个的这个保全的业务就是由委外的方式来办理。那这个部分呢，虽然我们也有跟人事总处在争取这个就是国保警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队伍的一个成立啊，不过那个也因为这个政府整体的这个员额的考量，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在12月初的时候也要到人事总处再去说明。那就目前的现况，说不定我们现有的人力都还这个人事总处还希望我们再调降哈，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整笔的4000多万，最主要就是整个安全的业务是委外的关系，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预算。那另外委员也特别提到的，就是有关于物品，我们编列了490万，在南院的整个安管安控的系统，在我们的中控室里边有10大安全系统，是全部要连线到这里去的。那因为南部很多很多这个设施它是比较精进的，是比较先进的哈，比起台北院区来的话，那这些先进的东西它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你在日常的使用过程里边它必须会有一些损耗，所以必须要有耗材的准备。因此在这个106年的这个预算编列里边，属于耗材的部分呢，我稍微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空调的跟空调相关的，我们就会有像是冷冻油啊，机油的滤网啊，机油的测试剂啊，或者是防锈蚀的防垢的这些药剂啊等等的。那还有呢，就是包含到好，没关系，就很细节。来是觉得说这个部分，你那个都是很细节的部分哦。但是你看南岳，刚刚我们已经对它的定位部分，大家都还是需要院长提出更完整的一个报告。可是你看，光是一个保全，一年就要多出这么大的部分，就要多出4500多万，每一年都要花4500多万来做这个保全。我觉得一年多要花4500多万来做这个保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否应该更审慎来做一个评估，对不对？将近5000万的这个部分里面全部来聘这个部分，难道这么，我同意是这么大的一个面积，但是除了花费这个部分，没有一个更科技更先进的一个做法来做这个部分吗？因为你不要说这是每一年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来，陈学生委员。我对于故宫的安全我一直非常重视哦，人员的部分我是支持要有国保警察比照电信警察森林警察，这一点我一定支持，包括故宫组织条例里面去调整我都支持。但是对于系统的保全这一块哦， 我一直对院长我有点不满意的原因哦，你上来你有很多东西念之在之在做，但你少了一个评估程序。比如说你把这个大故宫计划停掉，你就改为了一个新故宫，那12所我就不用提了。但这个消防系统这个事情哦，你记得我在这边有咨询过，我说到底我们故宫本院过去几十年来有没有安全的疑虑，有没有发生过事情，我每一个都问过，都站上来讲说没有问题。可这次你一编新编就是2700万的消防系统要把海龙瘫痪掉，那我想请教一下院长，我们那时候去参访故宫的时候，你也跟我讲过你很担心书画类啊会受伤这些事情，可是中间有没有一个评估评鉴？因为过去的院长从来没有人去提这个问题，你一上来你就看到问题，而且马上要换院长，到底是以前的院长不用心，还是你杞人忧天？我这一点我一定要讲，你现在做很多事情你都很急，但中间就少了一个评鉴。你可以不告诉我你找了谁来以后告诉大家说我们的消防系统海龙要全换？我们本身的话其实都已经有做过整个规划评估了，
然后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需求，所以的话已经有做过评估。不是，是那请教一下，我那天就是特别请各单位的都有上来报告嘛，那谁那过去不管冯院长、周院长，当时为什么没把这预算放进去？原因在哪里？是他们代乎职守吗？他们认为故宫的文物这个安全度是够的吗？我觉得院长这些你要说明，还包括你准备把一些陶瓷类的现在的装置方式，你要改成用柜来处理。院长，有些事情你是不是应该再多了解一下？故宫的钱很少，等一下又编这笔预算，那你讲那个报告，那报告什么时候做的？好几年前嘛，对吧？这个的话是七月开始做了。对，来了以后开始做，对，开始做嘛。那之前的院长为什么？难道周公兴、冯明书不担心吗？他们在这边工作了一辈子哦，然后不担心安全吗？好，我请我们那个安管室，安管室报告哈、哦。因为我们这个消防系统啊，有好几种，有洒水系统，有气体的海龙系统，现在目前是这两种。我请教你，你在故宫做多久了？6年。六年前。你上任之后到这来，这六年中间换过周公兴、冯明珠。对，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跟他讲过我们消防系统有问题？如果没有，你没有讲过，你就是代乎职守。如果你现在马上说要改，你就是配合新的院长，你就马上捧盈一下，说我们消防有问题。我们这一个评估案在2-3年前就开始要计划要做了，因为我们海龙系统它有年限，30年，已经将近到了。因为文献是才20几年了，他那个可以用30年。不是，我只问你了，过去六年你在任期间，经过前两任院长，有没有人提过我们的消防系统有问题？有没有？但你身为这个单位的最高主管，你有没有提过？我有提过，就是书面给我看看有没有。我审预算审了那么多年，我没有听过有人提过。是我院长来以后带我去看书画的时候，跟我讲说，哎、欸，他觉得很不安全。我也觉得说，哎、欸，真的很不安全吗？我在紧张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业务之一了，哦，包括警卫啊、消防都在安全管理室。那因为消防水管呢、啊，它会有腐蚀、锈蚀这些。业务基本面的东西，我们不一定会跟院长报告，我们安管室就处理，就修了，就换了，整个大的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是这个现象。新的院长上来，你马上7月做一个报告，因为这是现在就变2700万，因为海龙系统已经不能用了。其实的话，海龙系统不是院长，我要讲的是哦，你上任之后，你很多事想做，但少了一个评鉴。这个评估过程，你那个转弯怎么转的？难道过去两任院长从来没有去谈过故宫的这个消防安全问题吗？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很严肃的问题。如果今天这个预算有问题，那应该是从2-3年前开始做评估，然后我们就开始要编预算，然后要怎么去汰换，它是有一套计划的。故宫这个是一损失就没办法弥补，可怎么只有你上任才慧眼看到故宫的安全问题？我觉得那个转弯让我觉得他前几任院长是不用心。在博物馆的话，就长久应该去关怀的事项了。那其中的话，典藏空间的一个安全，是就我们博物馆从业人员来讲是非常核心的。尤其的话，一来说还在海龙的话，包括京都它协议的时候就已经说不能再用，因为它对空气的一个污染度的话很高，所以现在所有博物馆几乎没有人还在用海龙的这样一个气体。就我来讲的话，就是觉得很压抑，说我们怎么会还有海龙的？尤其的话，现有的惰性气体已经很多研究或者应用。但是海龙的话，确实的话是不应该再有，尤其的话，它已经是京都的时候协议已经就说大家不能再有。我懂了，我只是跟院长讲，我如果今天我们这安管室的长官来才刚到，我没话讲。你来6年了，对，跟你看我们院长讲的那么样的跟委员报告那么明确，我们这个消防系统评估案哦，在院长还没来之前就开始做了，今年7月报告就出来了。所以是1年前就开始请人家，去年就开始请人家做了，因为我们考虑到30年嘛，今年是应该是快30了，所以是院长来之前我们就开始做评估了。那你107年要多少钱？107年，我们这个评估案哦，总共1亿多。对，整个行政。所以我就要问你啊。对，一共1亿8000多万。对，1亿多。你要分几年？因为我们配合我们的
整建计划可能要三年，分三年。你什么样的整建计划？我们这个北部院区的整建的、啊，整扩建。你们在预算，对不起、啊。整建计划什么时候会定案？目前在应该因为还要报建，要不要环评？那环评的话没有到啊。我们的那个整扩建麦克风，院长麦克风。整扩建的面积的话，我有请教过我们的那个施工程单位，他们是说不用，目前的话不用做环评。那你今年编两千多少万？2700万。剩下的还有1亿5000多万，116。是。116要摆在哪里？116的话，将来就并到我们的，包含到就整扩建计划里面所有的典藏空间。所以摆在新建工程里面，扩建工程里面。对。所以啦，你这个今年你编的这个预算，到底做些什么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你预算书上面什么都不写，你总经费要多少？也不写。如果今天我们不讲，如果陈委员不讲，你这个报告不拿出来，我们以前2700万就解决掉了，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报告拿来以后，你还是没讲。我们翻到了最后一页，1亿8700多万，我们才知道这个数字。那你后面要怎么办？你工程经费要多少？都在未知数。那你今天2700万？换下去的话，你换了只有多少？1/5都不到。那1/5你要换哪里？你要换哪些地方？怎么换？换些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会提供书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今天就叫我们稀里糊涂的叫我们审议，就把预算通过，很奇怪的。好在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问题，看到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有亏职守啊，我们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啊，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不讲，等到包含在新建工程里面、扩建工程里面，我们也不知道你总经费要多少，然后也不知道后面是怎么处理。预算不能这样做的，院长，预算哪里可以这样编的呢？你海龙的，如果你是今天2700万，剩下的1亿6000多万，你是要摆在扩建工程，你在预算书面就要写扩建工程。那扩建工程到底有多少钱？怎么做？你现在行政院他还没有核定，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行政院不核定，说不要扩建，那你后面要怎么办？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问题，你不能把它切断然后处理啊。不，江委员讲的这个整体的问题是，你们应该在这个预算的说明里面啊，好，要交代清楚了啊、哦。就是说，你现在2700万又要用在哪里？那你未来这个整体的一个汰换计划、安全计划是整体的计划是要几年？那未来呢的预算呢？要来自于哪里？那所以我们大家很多委员是对那个扩建计划也有一些意见哦。那你总是要在预算里说明，你们要交代清楚啊。来，陈学生委员，对不起，我真的很谢谢刚刚几位委员把这个预算拿出来提到哦。我看这评估报告以后，真的很紧张。除了刚刚讲那个总经费1亿8000多万，这只是其中的部分之外，他在施工过程当中如何保护这些文物的安全，里面施工的技巧，你所用的材料，那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结果我们这个期末报告是7月份出来的时候，才把说这个报告是要拿来作为后续办理委托设计、建造服务及工程师作之依据。你知道这个要编这个经费之前，你要做设计建造，那个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因为你到底要先做哪一部分，它会不会联动影响到其他的。我觉得这等于是一般我们在家里面要改装的时候，是穿着衣服改衣服是最难的。那故宫何况高难度，就你把这么一个高难度的一个消防系统改装，就这么简单，2700万，还好我们刚刚有委员提出来。我看到这报告，我真的很惊悚啊！如果看后面的那些评审委员给的建议，我更加的忧心。我觉得故宫你们太小看这件事情的难度，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消防系统的汰换。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有需要故宫你要跟我们好好报告，不然这个
整体经费还要怎么施作，我觉得这对文物的安全我特别要提出警告出来，好不好？谢谢。我再跟委员补充报告，2700万，今年明年的2700万、是用在跟文物库房比较没有关系的地方，是在文献大楼的它的发电机室、变器电器室，还有我们那个台电进来的变电所的那个电器室的消防系统，所以目前还没有动到库房，只是跟库房相关的展览场。对，展场没有，不是，也不是展场，展场也还没有，包括在这2700万，对，还没有动到展场跟库房，只是跟库房有关系的设备，电器设备、电器室，哦，还有这个发电机室了。本来是海龙，把它改成气体，在文献大楼里面。院长，刚刚说是3年，对不对？对，全部汰换完毕嘛。所以106、107、108。好，北工，现在做什么呀？那107现在是要用扩建工程，108年是要用扩建工程。扩建工程怎么个扩建法不知道，你现在还是报行政院，行政院下来才能编预算，编预算你也只是先一开始编规划设计的，那你107年绝对没有办法动工啊，107年绝对没有办法施工啊，对不对？你扩建计划107年可以种吗？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后期的一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今年106年编了2700万，107年的钱没有，不能做。108年可以开始进行扩建计划，已经是不错了，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扩建计划的钱都没有嘛，行政院没有核定嘛，你107年你最多编的是扩建计划的规划费用、设计规划费嘛，你而不是施工费嘛。对不对？你故宫目前这种这样，你要去扩建，会影响到现有展场，会影响到现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切割，怎么去这个？你这个规划不是几天可以做完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中间一定会空嘛。对，那你中间空的话，那你这个消防既然讲的现在这么严重，那你后面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做啊，你不能把它寄望在扩建计划里面。你1亿7千万，你就是要1亿8千万，就是1亿8千多万，你做，你不能把后面的钱摆在那个扩建工程里面去做啊。我刚刚蒋委员提到是一个问题了哈，再来我要再要求你再把这笔预算再讲清楚，因为你们刚刚讲的跟你们的预算说明是不一样的哦。你看你的第95页的预算说明里面是文物库房的气体消防设备汰旧改善2700万，可是刚刚主任又一直跟我讲说没有到库房，没有到库房，所以你现在应该讲清楚的是说这笔2700万第一个在改善哪里的消防设备。好，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所有必须要改善的消防设备是因为现有的消防设备年限已到不得不更新，所以你一定要编这个预算，那我们支持，但是呢你要讲清楚。最后刚刚有其他委员讲到说未来你有没有扩建计划，因为行政院还没有核定啊，那是未来的事情，那个未定数虽然是院长你的中期长期的规划，但是那个未定数就不能在这个预算的一个审查里面，我说真的也审不到，也还没有到了哦，所以那个都只是一个期望值，当然我们也期许你努力跟行政院争取核定，但是那个先让委员知道说你未来是有这样的愿景跟计划，但是目前这个2700万你要先说清楚到底用在哪里，第一是不是因为现在就有的设备已经达到年限不得不更换，这重点嘛讲清楚好不好，我们才能决定要不要给你们啊。那我今天可能要做一个修正，就是说我们那个预算文物库房等可能要修正成，我要你们的预算说明连那个等也没有。对，就说我刚已经有啊，对，对了，我们怎样处理的啦？你们的预算说明你们要修正了哈，你们再送一个书面给本委员会各位委员了哈。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来处理了哈？这个来，主席啊，乃公，他今天不能在这边讲说我要修正计划，你这个预算书是行政院这边送来的呀。
是经过行政院核定的，你可以代表行政院吗？会勒错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过，行东西没有经过行政院的核定的文号，你们都好，就送到立法院来审议，这是不尊重立法院的。如果一定要修改，行政院不同意的话，你怎么办？那我们同意的话，那我们算什么？是行政院定案的东西我们来审，而不是说是行政院还没有定案的东西我们来审。对，消防设备要不要改？如果时间到了，真的是没有这样，要改，当然要马上改。你可是你不能寄望着把它摆在扩建工程里面，你就是一个单独的消防设备改善工程，你就单独的编，需要1.8亿，你就要编1.8亿，编一个连续型的预算。你不能寄望在这个，你寄望在扩建工程，如果中间发生变故的时候，中间断掉的话，你这个悬在半空中，做了一半，后面不做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你们今天编预算，你们编预算的方式就是有问题的一个编预算的方式嘛？来来，吴思雅委员，我真的觉得我到中央来以后，我觉得我们审预算，他们编预算书的粗糙跟便宜形式。如果说你的预算说明，包括你在预算书里头写的东西是不对的，其实立法院要要求你们正式来函刊物哦，刊物你的预算书哦。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让你补个书面报告就好。我一直觉得我从议会来到立法院，我是很不解，我们好多都是这样子，怎么会预算书写的跟你来这里的口头说明不一样，后真理越辩越明，才发觉你的预算书是写错了。循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行政部门来函刊物你的预算书，你另外预算被冻结，另写书面报告来解冻，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便宜形式，我是很不能够接受啦。那是不是从我们教育委员会来要求他们来相关部会做这样子的，本来就是应该要做来函刊物的动作、啊、好，不能给他们方便当做随便。其实主计总处应该有在这边吧？有。请问一下，主计总处这样可以编预算吗？这有合乎预算法吗？你讲得好像红灯呗。地方政府的嘛。那个原则上就是预算的编列，原则上就是一定要先有计划才编列。那这一块如果是针对刚刚文字上要去做调整，因为这个都是行政院通过的，那可能要做一个刊物的程序。对啊，对对对啊对啊。他总预算是1.8亿，他现在可以先用一年的2700万，然后哎。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扩建工程，我还没看过里面的那个哈。那他这个的话，原则上应该是未来的年度啦。那原则上计划如果没过，可他这个如果是107，因为他现在是在审106，那这一块只能等未来啦。对，这个只能等未来。那是不是说应该要去拆开？是说消防设施是不是要另外看？就是说，是不是跟扩建有没有关联？可能故宫这边要去厘清一下，就是说，它是不是未来的一个扩大里面的包在里面，还是说它是消防设施真的需要汰换，它的需要性可能故宫这边要去考量这样子。就是消防设备改善的评估报告，不是扩建工程。那扩建工程根本就还没有出来。他今天的这个是消防工程的改善。1.8亿，啊，那扩建工程根本就只是一个构思，整个评估报告也没有出来，也没有送行政院。那如果照刚刚院长讲的，106年是要摆在公共预算里面，才编2700万，107年就要摆在扩建工程里面，以后的都要摆在扩建工程，1.6亿要摆在扩建工程里面。说的这种预算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编列方式我第一次看到。我省了30几年的预算，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预算。地方好，来院长，我刚刚好，所以我刚刚讲过，预算编列程序不是这样子编的嘛？你如果你把这1.8亿，你就专门消防改建工程1.8亿总预算，我今年编1.2亿，2700万，后面还要再编3年把它编完，
可以，这是正途。你不能说我今天就讲一个2700万，后面就摆到另外一个工程里面去，这是不对的。对，来，来公，来公的意见是对的，因为很多委员都表示这样意见啊。那我们来做一个处理，为什么？因为呢，扩建工程的一个消防设备的设置，那是未来未知数，要等到行政院核定之后，包括行政院核定你多少钱，要允许你扩建计划，扩建到多大的范围跟程度，那都会影响到在里面的消防设备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数额，所以那个东西是还未定数。但是我们回归到这一个，我刚刚一直提醒你故宫哦，这个2700万到底是不是因为它年限到期一定要更换，所以需要立法院给你这笔钱，你要讲清楚。你如果不讲清楚，一直在那里纠葛跟未来的未定数的话，那我们这一笔就不可能让你过。好，来告你金辉。我们这2700万的用途，就是说时间到了、哦、不改不行的啦，就是海龙系统要更换、哦、成气体的、哦、系统、哦、在文献大楼，所以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可能海龙你是主任吗？对，你又讲错了，你这些预算说明你的文献大楼的消防水系统是3000万，没有300万，那三百万，另外一个300万，那是另外一个300万，按、啊、你的2700万是文物库房气体消防设备太旧改善，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300万，一个是2700。啊，你刚刚是说库，你说不是库房，你又说是文献大楼啊。所以这2700万的海龙要更新，要太旧，到底是要用在哪里？因为我们文献大楼有库房，它的设备、电器设备会跟库房是有关系的。来，各位，我们休息5分钟，你先去把所有的资料给我理清楚、讲清楚，甚至该把平面图调出来给我们看，给我们看。连我都听了，都快火大了。休息5分钟。说实在的，如果这些消防故宫的消防设备是不是通通都时间到了，通通都要更新了？现在每一年陆续都有在更新，其中的话包括像院长，你让他把书面报告给我调出来，2700万原来的计划是什么，为什么编这一笔预算，调出来所有的平面图调出来，你不要再给我们那一本未定数好不好？我一定在跟你讲的啊，你我做球给你，你不要吃，还是要怎么结束？你说要几点钟了？对吗？台北市议员好，我再讲一个优势。我都不敢讲话，因为觉得很多错来来很贪污。出身台北，出身直辖市议会的徐州市委。稍微也是对呀、啊，我能排在共呀。可见我们直辖市在这方面比中央政府好像强很多、啊。强很多、啊，那地方政府一发现自己的错，马上来一个刊物表。你要来函刊物。来讲一下哈，这真正人因讲是正版。以前阮伫个台中市议会、台北市议会，所有的预算书虽然你们在之前就送出来，但是呢，在审查之前，通常呢，他们还会再看一次，看了一次，知道他们预算跟预算说明如果有错误的地方，都还会这次来一个刊物表。所有这一本预算各个局科室的预算里面，只要有字写错误、数字写错误，要办理刊物跟更正，马上正式由地方政府、台中市政府、台北市政府马上来一个很长的一个刊物表，因为他把整本预算重新再看一次，哪里有写错了。哪里有疏漏了？哪里是错字？恭喜啊！来到中央是给你们便宜行事啊！但是啊，哦、啊，真的哈、哦，每次看这个要看到有没有气息透回。所以我们的委员会的这个会场的这个
部件规划是应该要改善的。以前我们地方议会对不对，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麦克风，自己下面有自己的可以放资料的地方。这种事情就是让委员没有什么功力了，各凭本事啦，各自发挥了。委员连位置都没有，怎么还有发言力呢？所以要请你们，请我们各党团都支持啊！委员会真的哈，这个会场真的该重新规划啦。麦克风有困难，对啊，换来换去，你弄不懂伊啊？你焦渴了啦！连会议室都有麦克风，对不对？哎，你们该切割就切割，不要一直在扯什么扩建计划。扩建计划连我你都没有来跟我讲，我们连自己人我们都很有意见了嘞。那、啊、你一直在扯扩建计划。哎、欸，后来议会都还每一个委员上面都有那个 monitor。对啊，对啊，因为无纸化。无纸化，每一项讨论这个预算，然后就跳出来预算说明，就是直接讲。对，不止有麦克风，还有电脑。对啊。嗯好了，麦克风啊！麦克风，录光录响机。对呀、啊。来这边就是啊，临时工，看我是不是坐下来。至少发言台要装模拟的啦。对，发言台装模拟的。我也觉得，对，我觉得我们这边酒楼蛮好的，啊、对、啊、我刚才你说，对，那蛮好的。支持，支持。这东西这样，但你们要各单位要审预算，你们自己要把资料准备很清楚。对啊。不能说到现在的时候才讲都讲不太。对，我们这边问的已经很客气了。对啊。是啊，对不对？对。你省了那个很乱。这个就是过去行政权独大的一个影响。对啊，所以你们要。所以我们他们都糊弄我们立法委，没有在看那个说明跟预算呐、啊。不要报告再说了。哎。不然下午了，好不好？嗯。中午还有事。你中午有事哦？买了，不要说了，从后边接你啊你。发给大家，发给大家。对，这个对，这一项吧。还有南向的那个什么啦，南向那个每一年花4700万在。因为啊，主席啊，如果要跟扩建工程绑在一起，那我们一定要了解扩建工程。如果不跟扩建工程绑在一起，那他后面的计划是什么？要多少年把它分批把它结束掉？我看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啊！对啊，对不对？不能现在在嘴巴讲，嘴巴讲没有用啊！你一定要有个计划嘛。是。如果你连这个计划都没有，那我们今天怎么审你预算？没有办法审嘛。是。先冻结。好。对不对？所以就全部冻结嘛。支持你。你来转个报告，我们再来解冻嘛。支持你。好不好？这样子，主席这样比较快，院长也接受嘛。好。转到报告。先冻。现在叫他说不出来了。好。好，那时间到。按你的吗？好了，来来，我们休息时间到，来第六幕的安全管理维护啊哈。那我们刚刚休息之间也达成共识了哈，就是2700万的那一个预算呢，我们全数冻结哦。那专案报告。还有南院的安全维护。南院的安全维护，来，你说您建议要动多少？你是动500保全的部分嘛？我说每一年都要编个4558万，今年往例一开的话，往后也继续就是这样的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也是 range 很大了。我认为说应该是冻结500，可是我觉得删减列一定要是减列了，我觉得应该减列200万了，不要冻结500万嘛，因为这个部分其实蛮多的、欸。不然减列200万了，好不好？好，在安全的部分，好，就这样。南院的安全。保全业务相关费用减列200万，好，就柯志恩委员的那个提案啊。好，那蒋乃馨委员的案子就并入那个柯志恩委员的案子啊、哦。好，那我们这个第六幕安全管理维护哦，那有关整个1,017,000元整哦，我们其中有关这个。消防设备汰旧改善2700万，全数冻结。那加专案报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南院院区的安全管理维护有关保全业务的部分哦，减列200万。那蒋乃馨委员的减列数额并入这个柯志恩委员的提案。好，好，来第七幕，没人提案来。
就是第八目了，一般建筑南故宫南院的院区筹建的一般建筑及设备。好，我很快，我想那个这个还是有关于南院的这个营建工程哈。当然，第一个我必须提出来，就是有关于上次有提到的，就是有关于你们对身心障碍的这个部分已经被得到一个已经被很多人来抱怨一下嘛。那这个部分是的确是需要被改进嘛。还有第二个就是你看玻璃帷幕去年开始试营后就发生渗水啊，还发生电梯故障啊等等，还有包括道路旁每逢大雨台风研究积水，所以表示说这个南院的工程哦，根本感觉起来是蛮粗糙，而且没有欠缺做一个周围的一个考量了。这是我们从过去看到的每个这样子累积下来，所以显然在这个建筑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要严格的监督嘛。所以我就提议，就是说这个部分必须要减列，因为数目蛮多的，所以我就营建工程部分，我个人认为是减列500万了，冻结500万。好，啊，来，好，来来工。这个哈，我的案子就是说，北部院区后山监测及水沟疏浚工程哈，1500万嘛，150万嘛哈，你这个是全部的经费吗？后山监测只要150万，每一年陆续有在编，对、啊，像今年的话就有700多万。原先大故宫计划里面有包含整个后山的一些问题，通通包含在大故宫里面。对，那现在大故宫停掉了。你把它变成扩建工程，那扩建工程到底有没有包含在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那你后山整个要疏浚啊，整个监测啊，相关的费用总工费要多少，现在也没有讲，也没告诉我们。你今天就编一个150万，150万到底要做多少，是包括全部还是只是一部分？好，我们请秘书室林主任报告一下。跟委员报告好，那我们今年有编了971万，是讲今年105年，我们就是针对后山边坡的改善工程。那明年的话是希望是针对它的水沟疏浚。那在不管未来的北部运输扩展金或者是之前大故宫，不管他们执行之前，我们对于后山的保持它的安全哈，故宫还是很重视。那虽然我们是位处在安山岩块哈，但是我们相关的对于后山的管制跟整理我们都还持续在做，从民国100年开始，那金额有大有小。以上跟委员报告，也希望委员能够支持。所以你总经费要多少？它是针对我们现在认为说急迫性的部分，我们来，我们没有一个是说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后山呐、啊。那我们是针对它我们认为是说能够加强的地方，那我们来给它做一个加强。所以明年才150万是针对水沟的部分，像每年都有清通水沟。你们对后山的监测是对后山的疏浚。还有其他的部分，就包括边坡啊等等。是，你应该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到底有没有稳定？如果有问题，后山是稳定。对对，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后山是稳定。如果没有问题，是，那当然我们就不需要编预算。你至少应该有一个全部的了解嘛。是。然后，如果我需要分2年、分3年、分4年编，我就一编。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计算？还是说我今天想到什么，就是说，哦，预算额度里面有一点钱，我就来编一个这样的钱，那就是想到什么做到什么。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故宫的安全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年编的150万，其实就是针对水沟。明年啊，而且明年的编的150万，就希望针对水沟的部分。我们每年虽然都有一年有做2次的疏通，但是我们希望针对水沟的部分的一个维持，我们编了150万。我想民众他们比较担心，故宫对于后山的保养跟维持嘛。所以故宫为了重视民意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有每年都编了一点预算来做后山的一个整理。主席啊，我想这样的好了，好吧？好，我本来是全数冻结了，那我现在我也不要全数冻结了哈。嗨，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好。对，那就比较快。但是好，谢谢。来，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一样嘛，你看每年都还是会办理这些修缮维护、空调节能这些改善空调外气。我觉得除了冻结之外，你还是要给它简列一些了。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简列一些了。买了。你简略他就很多事情做不了不是他不是做不了，因为你们这个营建的 range 其实还是很大，我就觉得说你们这样每一年都编这些东西，是我们那个节能我知道，可是每一次的这个项目什么东西都一样。跟我们报告那个节能的部分是我们跟能源局有签合约，那只有这个部分了，还有包括我刚刚所提出来一些的缺失啦，我真的觉得好了，你给柯志恩委员哦的一个那个书面报告里面哈、哦，要特别提到他讲的这些啊，为什么你们每年如 team 要编这些钱？
好不 好？那我们这个科目哦，就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好。然后把我的列入那个那一块。好，好，好，没问题。把柯政委员的提案列入蒋乃馨委员的冻结书哦提案。来，各位委员好，我们预算的部分我们要回到九跟十哦。上次有一个九跟十是保留的一个租金收入在税入的部分。那陈学胜委员跟吴志扬委员都不在现场，那我们是不是照列？租金收入，第九案跟第十案，上次对于那个租金收入有一些意见了哦。照例，就照原来好不好？就照例了，好不好？不会吧？啊不，要吧，要反映一下吧。哎，赶快九跟十。我的第四案呢？这里这里，第九第十。第四案呢？我的第四案跟第九案、第十案好像也有关系吧？增列，没关系啊，增加他们的那个。你那个权利金的部分已经增列啦、啊，那时候有处理的啦，来共，权利金的部分呢、啊，意思你赶快拿给蒋委员看，当初有增列。学生的第九案跟吴志扬的第十案呐、啊，它是有关那个租金收入啦，那不然我们照吴志扬的提案增列五十万，好不好？我的四分之一不是很好吗？买了四分之一达不到，那让他们的。我他们很有那种，很有可以啦。好了，增列增，那我们就增。好了。啊，院长说增列一百了，好不好？好了，增列一百了。所以第九案跟第十案呢，我们的租金收入增列一百万。好。然后十九到二十一有关税出的部分。通案这个业务费里面的临时人员的问题，那时候因为有黄国书委员、柯政委员哦，还有嘉宾委员哦，共同都对这个案子提出要求冻结哦，那有的是部分减列哦，那各位有没有其他意见？资深委员，你是冻结二分之一啦，临时人员呢，人事费呢？动少一点了，好不好？动少一点了。好，来，学生委员要不要先让他说明，还是你先讲好了？之前他们说明了，上一次你们审预算的时候，就是对于这种非典人力，对，一直大量运用，觉得这是一个剥削劳工。是。结果今年他们还没改善，我们继续通过，我不觉得。因为他还是人事费用了哈，那所以我们要求他提出具体的改善嘛，来，所以让他再说明一下。啊，莫讲个顶个赶快的哦。主席，人事向各位委员报告，我们这个临时人员酬金部分，如果就他的内容是临时人员，我们是每季都报行政院，总处在控管，所以这个人数是没有正成长的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业内的业务有这个实际需要了，就是我们正式人力的预算额是在逐年递减，那我们临时人员又受到控制，又要受到总数的总数189人的控制。那所以我们有这个展场服务还有展场安全维护的这样三个单位的业务需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能够维持人力数。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临时人员的酬金啊，是从去年七月有调整一次，那今年十月一号调整，那明年一月也会有第三次的一个调整，那希望让我们临时人员的酬金不要有所减列。我们以前就一直要求的原则就是第一个了哈，这个临时人员的人数不能增长，要管控了哈，那最好能够逐年递减啊。那第二个原则是一定要同工同酬了啊，那还有他们的一个员工的福利啊哈，原则上哈绝对不能打折扣了啊。我这点我跟院长讲哦，你去弄那个消防一下编一亿八千多万，当然它很重要，但你现场让故宫维持好品质的这一些临时人员、派遣人员，你知道他们多优？我之前有讲过，有人会操持多种语言，一个月领21000多块，再扣掉健保费以后才不到20000块钱，你知道吗？你这样是剥削人家，真的让人家传出去以后觉得故宫对不起，所以我们不分党派都一直希望你们改善，但上一届。我们没有改被骂，这一届你们又不改，我觉得院长你是不是给一个承诺？来，院长你承诺一下，对于这种多语言的人才，尤其我们故宫非常需要嘛。妈妈刚刚一直提到说要很多的语言，包括导览内容等等，都需要这些人才的协助嘛，所以我们要维护他的权利跟福利嘛，院长。
这一部分的话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现在有博物馆法当中，他有提到他的座位基金可以30%雇用人士，所以的话就以目前的一个作业办法的话，那个是要等文化部通过了，但是的话这一部分我会跟文化部协调，看能不能尽快能促成。就故宫的话，因为它本身有座位基金，所以以这个基金上的话，可能可以吸纳一些我们的话将来的话还是比较客观或公开的一个评选，有一些把它纳到那个我们作为基金雇的人事费用里面。那其他的话，慢慢的话，逐年能减少或能递减，或者说什么那个是整体行政院必须我们包含到组织整个组织法跟行政院它整体的一个考量，那个的话我们能努力争取的也努力争取，但的话目前的话有一些我们就以作为基金的30%雇用人力方面，它目前行政院是跳脱原来的那个我们所谓临时人员的总量的一个管制，所以的话我们话或许的话这一部分可以去加强我们的那个人员他本身的一个好了，院长，刚刚陈学生招委的问题不是在这里啦，你都没有针对问题回答。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刚刚一直强调了人才啊，故宫要懂得惜才。如果真的是会多国语言的这些导览专业人才，就要多找钱去补助，去补贴他们，给予他们比较好的薪资跟福利，才能够留住人才跟培育人才。刚刚陈学生委员长讲的是这样子哈。好，有找到方法哈，那你要来，那我来做一个建议了哈。我们这个19、20、21的业务费、临时人员酬金及一般事务费28,268,004元整，我们冻结1/10，好不好？书面报告。好，书面报告要具体的，把刚刚我们委员讲的。1/10。书面啦，书面他写的不好的话，我们再来请他专案报告啦。好啦，1/10啦。1/10的话，专案报告。啊，我的公先好一。南岳那个部分一起来。好啦，1/10专案报告啦。好啦，好啦，好啦，如果大家都同意，我没有意见。好。好。这个很久了。好。好，那我们预算都已经审理完毕，现在主决议啊，对啊，哎，来，我们主决议的部分，已经有了啦，已经有了啦，来，来来来，我先来征求各位委员同意哦，如果故宫这边可以照案办理的，我等一下就宣读几案到几案，好，那其他故宫需要跟各位委员啊哈来协议有关文字修正的部分，我们再一案一案来，好不好？好，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在117案到125案，全部都照案通过。好，那第126案，那个我们张廖万坚委员的提案，联署人有吴思瑶委员跟李丽芬委员，那有做文字修正。你这个早上有跟好。沟通过了哈，好，那就照这个文字修正通过哈，改3个月内改6个月内。好，127案是照案通过，来128案，有关有没有跟蔡益瑜委员沟通？有特别跟蔡委员。麦克风，院长麦克风，然后要怎么文字修正？你们沟通完之后呢？我们有跟蔡委员办公室特别来做专案的一个报告跟说明了。那文字上面的修正，建议是否可以仍然维持南北院的预算，但是就是维持原来做编列方式，但是我们会分南北院，把它分开来再特别给委员。不是，是你们的上面的修正文字又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你这样变成要修到他的文字。我说明一下好了。
跟委员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机关是按照机关别来编列的，那现在蔡委员要求按照南北院来分册编列，这个我们目前是没办法来做这样子一个处理。那所以说，怎么修正呢？文字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自107年。以后我们故宫的这一个预算呢、啊，我们还是照原来机关别来编列，可是我们会如果委员的需要，我们会另外提供南北院相关的预算资料给委员参考。是啊，你们的提供给我的修正文字就不是这个样子啊。报告主席，我支持蔡委员，我知道，就是南院不要受到本院的影响，所以他有走自己的路出来，所以我赞成预算分裂，所以蔡委员这个案子我完全支持通过，好不好？来，那个这是我的立场，我很清楚。来，陈学生委员加入联署了，对，加入联署。对，但是我建议啦，哈，远见情呐，国立故宫博物院自107年度起，故宫博物院主管之中央政府总预算，分别以南院、北院及行政分册编列预算书，句号，本院另提供南北院相关预算资料共参。那我们没办法，建请而已呀、啊，就建请案而已呀、啊。建请，我想我下一年审预算，我应该还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我要看到这个执行，好不好？哦，建请呐、啊。没关系啊，你们未来这个东西，你们组织，包括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南院的定位问题嘛，你们在专案报告里面也可以一并来告诉我们吧，哈，你们对这一个建请案的一个评估，能不能进行啊？行政院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建议哈，你们都可以来报告啊，好不好？我是觉得了，南院北院定位的问题嘛，对啊，这牵涉到就这个问题啊。而且你南院要走自己的路出来，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博物馆的经营，就像你在奇美，你有自己的一个独立预算，你自己走自己的风格，这样的话预算才会到位嘛，好不好？这个案子我是支持的。我再让它更精准一点了，好不好？这样子大家好做事了哈。远见请故宫国立故宫博物院研议自107年度起啦，那请在那个专案报告里面有关故宫南院的定位问题的专案报告里面一并说明啦、啊，好不好？好，远见请国立故宫博物院研议，并在专案报告里面说明。好，那此案修正通过，好，照文字修正通过。好，那再来129到132案是照案通过，那接下来是133案。要啊！133案，你们有跟高陆宇用委员沟通哈、哦？那是不是就照这个文字的修正哦？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通过。好，那134案。133都过了，对，都过了，都照案通过。好。那134案哦，那也有跟高陆委员沟通过哈、哦，那我们就照修正文字通过哈、哦。我们在提出具体规划及时程报告之前，加一句进行可行性评估，并提出具体规划及时程报告。对，不对？对啊。你们在搞什么？你们为什么会不同份？进行可行性评估啊。那刚刚那个也没有冲突 啊，对，一样，没有没有一样啦，就我刚刚宣读的时一样嘛。进行可行性评估，并提出具体规划及时程报告，没差啊，对啊，就是可行性评估里面本来就该有这两项的啊，对不对？所以照原来宣读的文字修正通过哈，来135万，一样一样的，来。130万也照这个文字修正通过哈、哦，也是一样哦，在语言及手最后一行哦，加入进行可行性评估，并提出具体规划及时程报告。我们修正通过，来136案照案通过，来137案，我们呢也是修正文字哦，最后一行3个月内改成6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修正通过。那138案跟139案也照案通过，那现在140案，
142是也是照文字修正哦，倒数第三行哦，三个月内改成六个月内哦，文字修正通过。来，141案到146案都照案通过。来，147案。来，在最后一行哦，修正文字两个月内改成六个月内哦，那修正通过。148案到154案都照案通过。来，155案，我们整个蒋乃馨委员有跟你沟通过了哈，我要确认一次。没有，没有，好，没有跟我沟通，进行擅自改我的提案，不可以这样子，就是照案通过，不可以这样子。你们这是谁处理的？你凭什么比我还要大？我提案的东西，你凭什么改我的？不跟我沟通？是啊，你是我上级单位吗？不行，你们没有去沟通吗？我一直等到现在。我本来要离开的，一看到这案子，我就等到现在。谁改我的提案的？不经过我同意，是我们在审你们的预算，不是你们来修改我们的提案的。我们这案先保留啦，来，先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因为如果要叫保留的话，我全部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乃公，对不对？怎么可以保？他不跟我。不跟我沟通就擅自改我的提案，就是要跟你沟通啊！让主席照念出来。不是、啊，不是，我绝不接受。好了，乃公，我知道，因为你这个主决议里面有提到这个立即停止试营运呐、啊，那只是没有问题啊。他跟我沟通的话，大家沟通可以处理啊。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直接改我的提案？你官员凭什么改我的提案？你有什么资格改我的提案？这是真的问题在这里啊。今天是我们审你们的预算，我们自己做了决议，我们自己决定。照说来讲，我们根本不需要征求你们的同意。我为什么还征求你的同意？今天我们尊重你们，结果你反而倒过来不尊重我，擅自改我的提案。来，院长，这个到底是谁去跟各个委员沟通的？是谁的责任？上面的话，我们是说，因为他是提案，所以我们这边建请。那其中的话，不管你什么意见，不是啦，不管你什么样的意见，你都应该跟我本人沟通。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我们那个这是基本的礼貌啊。你还改我的提案，不跟我讲一句话，然后还拿到委员会里面，谁让招委把它念出来。是，这其中的话，因为这关系到蓝念处，当时的话，我印象当中。蓝念处都有去报告，那不清楚。没有去找蒋委员沟通吗？来蓝念处是谁该负这个责任？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因为几次联系那个国会这边联系办公室，大概单主任那边也都比较忙，所以那天今天早上我一直坐在这边，你早上就可以跟我沟通啊。你早上为什么不来跟蒋委员讲？我再怎么忙，今天早上我都没有离开，坐在这里啊，为什么不能跟我讲？是谁改的？是谁改的？来，不能这样子，我绝对不接受。是谁改的？谁决定改的？不能不要推到下面的职员，我不接受。来，院长要承诺一下，是你国会公关室不能再犯了，跟蒋委员道歉一下。抱歉一下，我那就处分。因为其实的话，刚才在那么多的时间哦，跟委员在报告，我真的不知道说还没有跟我一个早上坐在这边。所以的话，我们回去我一个早上都坐在这边。对，这个案子没有送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还不晓得，我准备想啊、哦，反正提案完了，我就预算完了，我就可以离开了，对不对？因为我刚主席讲，我中午还有事。是，就我刚刚一打开一看，竟然改我的东西，事先不跟我讲。是，这个的话，好，回去会对不对会好好检讨。你要我拿掉可以，我接受。是，处分。是，谁改的谁处分。来，院长，我赞成蒋委员啊、哦，这个是立法院不分党派的委员啊，都是要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尊严跟格局跟我们的职权的行使啊，这是国人赋予我们的、啊、那我们呢绝对不是在行政部门告诉我们怎样就怎样，我再讲一次，我们给你方便不要当作随便，这个是互相尊重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在处理主决议
这个文的时候呢，我为什么会愿意给你们方便，那基于对你的尊重。但是呢，这一件事情感谢乃公哈、哦，把这件事情呢、哦、提出来哦，因为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说，原来你没有去跟蒋委员去亲自沟通完之后，有取得蒋委员的一个谅解跟同意，才能够做这个主决议的一个修改文字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请故宫啊哈，要正式跟立法院哦来道歉哦。这第二个，以后下次一定不能再犯。就我问一下，那高路委员不在现场，他的提案有没有跟他征询过？修正有经过他同意吗？有吗？不要到时候他又有意见，有吗？哦，照他的意见是修正的哦。OK OK。是三个业务处一起过去，我要跟他说明。那有了他跟我说明。显然你小孩。你的新的委员都。这本来就是很小牌啊。因为其他委员，你看看其他委员都有沟通，就是我没有沟通，然后就能改我的东西。好，招委也没有沟通啊。对，所以乃公不要生气。那为什么高路会有沟通到？我也觉得奇怪了。来。招委都没有摆在眼里面啊、哦，就擅自改招委的意见了。所以乃公不要生气了，对不对？那这样我要更生气，我跟你讲。不是啊，我就是生气啦，然后。当然要生气啊，怎么要不要生气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今天是我们省里面的预算，对不对？我们立法院是跟行政院是对等的关系，然后是监督的关系，结果现在你们把我变成上跟下级的关系。你们改我们的数字、啊、根本也不要跟我们招呼，也不要跟我们打招呼，对不对？一个上午坐了这边，在这个讨论之前你都可以跟我沟通，竟然没有，然后改了我不声不响的就改出去了。我还等到招委念出来、层次的，然后让招委发现到他的东西也没有尊重他，我们招委的案子也没有跟招委沟通过，好好检讨，对不对？我们层次道歉， 回去好好检讨。委员生气有道理，真的很离谱，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下去。我你刚才我在被他们审核通过，知道吗？对对对，我们也需要尊重。哦，我们尊重办理。来，那155案，就不再上。乃公他们有跟你道歉，也承诺我们立法院跟我们立法院道歉，也承诺下次绝不再犯。那这个主决议，我还是。请求你的同意了，好，是不是再可以修正一下文字啊？你看，我要帮你恭维。对不起啊。那你自己的案子怎么办？哦，他帮我三个月改六个月，我也只能说好啊。反正总有一天轮到他、啊，对啊。乃公，你看文字怎么样？对啦，看一下啦，看一下啦。就是他意思是比较，其实是因为这有一点，就是、有点。因为那个包括很多外包厂。那这段时间我们已经提出来了，对不对？而且我今天写在主决议上面了，今天把它拿掉了，将来发生问题的话是你们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他的问题啊，今天发生，将来万一有发生事故，对不对？然后你们就会讲了，啊，是立法院同意我们不要停，立法院通过的，我们这责任我谁来扛啊？会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案子并不是今天才拿出来，不是临时拿出来呀，拿了好多天了呢。是，啊，对不对？这责任问题，将来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们推到我这边来，到底是招委决定要把它拿掉的，招委你要负很大责任的哦。乃公，我们改改看，试图不影响你的意思。原提案要求故宫应尽速检讨及改善缺失，尽速完成主体工程之验收作业。
确保文物及参访安全，并于三个月内针对故宫南院安全问题提出书面报告，并交教育文化委员会。你都有提醒他每一件事情，太缓和了，这样好不好？太缓和了。哎呦，我是建议了，在主体工程未完成验收前，若故宫南院坚持试营运，若有发生任何人员跟文物之损伤，故宫南院应负完全之责任，并于三个月得了。这样比较好吗？这样比较主动。应该负完全责任啊。照学生的意思，照我这样可以，好不好？好好好，可以。好，照学生的意见。第二个，你故宫要跟我们委员会一个书面的抱歉。好，好，这不是对我个人，是给我们委员会。好。确认他的那个。我们刚刚要求正式的道歉啊，好，书面的道歉啊，好，这个要列入我们的给委员会啊，好，要纳入会议记录里面了，好。礼拜四开会的时候就要看到了。哦，好。然后吴思耀委员要求哦，礼拜四开会之前就要看到故宫对立法院教委会的正式道歉的公文。好，155案就照修正文字通过。照陈学圣招委的建议修正，建议文字修正通过，好，谢谢。那，这155了哦，那还没啦，还有后面还没宣告啦。那156案到161案都照案通过，好。通过故宫的审核，谢谢。好，那今天我们的预算跟这个主决议哦，就审议到现在哦。好，那报告委员会哦，今天的审查结果免予宣读哦，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关于今天的会议做如下决议哦，继续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刮胡公务预算解冻案哦，全部处理完竣，均同意解冻，足以动之提报院会。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那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那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各位。